然亦未常行。 PG 二十至第一百五十五。译文一。译曰：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关于世运上矣。然书契以来，文字多而是待日降，秦火而后文字多而是教日兴，其故何哉？盖世道深讲，人心习俗之至然，非图文字之所为也。然去古既远，苟无斯文，以犯防之，则越趋而越下矣。故由秦而降，美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至乎焉。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乌龙，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义，辅治之臣莫不已经。数为先物，学士晋升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敬于周之文哉？宋之不敬，或以为文圣之弊，遂归咎焉。此以功利为言，未必知道者之论也。历代之书籍，莫恶于秦，莫负于隋唐。隋家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甚，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先矣。凌迟逮鱼，五季干戈相寻，海域鼎沸，思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荆棘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或读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制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徒籍，即下诏遣，使构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见崇。 PG 二十一。文苑而喜三馆之书以识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密阁。阁臣亲临性官书，赐从臣及直管宴，又命进席，是谓之臣纵观群书。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至晋中之龙图阁及后院之太清楼，而御成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又以密阁的爱分内藏西库以广之，其又闻之意亦云至矣。以而王公火言，即崇文密阁书多微尽，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命崇写书籍，选官祥副教刊，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臣归于太清楼。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至，遂废管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密阁荆棘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辑校定，正其托物则主于教书郎。徽宗时更崇文总目，之号为秘书总目，诏构求是明藏书，其有所密未见之书足被官采者，人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一疑，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木工善写。一至宣和殿，一至太清楼，一至密阁。自熙宁以来，搜访补籍，至是为甚矣。常历考之，使太祖、太宗、真宗三朝3327部，39142卷。四人英两朝1472部，8446卷。四神哲徽清四朝1906部，
26,289 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6700有。五，为卷73870有七焉。大夫靖康之难，而宣和管阁之处荡然靡夷。高宗一避临安，乃见秘书沈于国史院之友，搜访一阙，屡忧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管阁编辑日益已复矣。当时类次书目得44486卷。 PG22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14943卷，是重文总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后，弃于中作，国不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请客不以文学为物，大而朝廷为而草也。其所制作、讲说、记述、附咏，动臣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虽其间辟列大道，犹坠甚魔，幽怪恍惚，凡所之理有所不免。然而瑕于相形，雅正各去，辟之万派归海，四毒可分，凡心立天，无伪可食，求约于伯，则有要存焉。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至一文者，前后不至，有王增损，互有异同。金山其重负，何为一致？盖以宁宗以后史之所谓录者，仿前史分金、史、子及四类而条列之，大凡为书9819部，119972卷云。经类时，一曰义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论语类，九曰经解类，十曰小学类。周易古今一卷，薛真著归藏三卷，易传十卷，提补子下传，周易上下经六卷，系辞说卦续卦杂卦三卷，韩康伯著郑玄周易文言注意一卷，王弼略历一卷，易变一卷，阮嗣宗通义论一卷，干宝易传十卷，易髓八卷，晋人传不知姓名，孔颖达正义十四卷，玄坛六卷。 PG23易正义不确七卷，仁正一甘棠正义三十卷，关朗易传一卷，王素传十一卷，陆德明释文一卷，魏元松周易元包十卷，苏元明传李江注李鼎作集解十卷，史文辉一口决议六卷，陈玄英刘衍穷记图五卷，蔡广成起源十卷，又周易外易三卷，沙门一行传十二卷，王颖药销三卷，陆西生传十三卷，郭金举证三卷，东乡注物象事宜一卷，行书补阙周易正义略历书三卷，李敖一拳七卷，张胡周易上经王道小书五卷，张邯起玄一卷，青城山人蝶诗法一卷，王昭素议论三十三卷，宋康义周易会通正义三十三卷，殷弘道周易新论传书十卷，陈抟易龙图一卷，范鄂昌大易源流图一卷，又郑坠简一卷。 PG24
胡旦一眼圣通论十六卷，十戒口译十卷，纪政周易易略十卷，戴渊周易旨要二十卷，何氏易讲书十三卷不著名，陆炳易学十卷，古易十三卷出王朱家，王朱言相外传十卷，刘牧新著周易十一卷，又卦得通论一卷，易数勾引图一卷，吴宓周易通神一卷，黄离线略历一卷，又世中纪师隐诀一卷，龚鼎臣补注易六卷，彭汝立易易十卷，赵令绪易发为十卷，乔执中易说十卷，赵仲瑞易易五卷，谢石易易十二卷，谭世纪易传十卷，陆太易周易口诀七卷，纪真周易产为诗六卷，李赞周易说九卷，张杲周易网相成名图一卷，裴通周易玄解三卷，邵雍黄极金氏十二卷。 PG 二十五，又续篇细数二卷，观物外篇六卷，门人张敏纪雍之言，观物内篇解二卷，雍之子伯温编，邵伯温周易辨惑一卷，常玉一元一卷，徐雍周易易运凡例总论一卷，又卦辨解二卷，宋贤易训三卷，又易不著十卷，又刘牧王弼易辨二卷，黄甫密易解十九卷，郑阳亭实用书二十卷，又民用书九卷，易传词三卷，易传词后语一卷，陈良宪周易发引二十卷，石汝立干生归易图十卷，鲍吉周易重注十卷，叶昌龄图易二卷，胡苑易解一十二卷，口易十卷，戏词说卦三卷，欧阳修易童子问三卷，阮易易全六卷，王安石易解十四卷，尹天明易论要纂一卷，又易说时宜二卷。 PG 二十六，司马光易说一卷，又三卷，戏词说二卷，先余生周易圣断七卷，苏轼易传九卷，陈颐易传九卷，又易戏词解一卷，张载易说十卷，吕大林易章句一卷，公元续解意义十七卷，又易传十卷，李平西河图传一卷，李煜山定意图序论六卷，张弼易解意十卷，顾书思周易异类三卷，刘盖易戏词十卷，晁说之陆谷周易八卷，晁补之太极传五卷，英说一卷，太极外传一卷，游作易说一卷，耿南仲易解意十卷，安永周易解意一部卷王，陈冠乐斋易说一卷，邹浩戏词纂意二卷，张根易解九卷，周易六十四卦赋一卷，题引川城君作明王。 PG 二十七，林德祖易说九卷，陈和易传十二卷，李寿之易解通义三十卷，朱振易传十一卷，卦图三卷，易传从说一卷，张汝明
一所十三卷。郭忠孝兼山一解二卷。又四学渊源论三卷。任凤谷周易发题一卷。陈高八卦术图二卷。林伟易说十二卷。变卦八卷。变卦转集一卷。林唐左集解六卷。原书学义所引一卷。下修讲义九卷。郭雍传家义解十一卷。沈该义小传六卷。都邪义变体十六卷。郑克蝶师古法一卷。吴沆义玄机三卷。李春年义解八卷。疑问一卷。李光一说十卷。李恒一易海搓药十二卷。洪兴祖一古今考异事宜一卷。PG 二十八。张行成原包术总义二卷。术演十八卷。通辨四十八卷。朝公武一古训传十八卷。胡权一传十一十卷。陈大昌一元十卷。又一老通言十卷。杨万里一传二十卷。林立一经传集解三十六卷。李顺成一本传三十三卷。岑仲大义粹言十卷。吕祖谦定古义十二篇为一卷。又音讯二卷。周易系辞经义二卷。朱熹易传十一卷。又本义十二卷。易学启蒙三卷。古易音讯二卷。张俊易传十卷。尼斯易训三十卷。赵善玉易说二卷。刘文玉易弘纲八卷。吴仁杰古易十二卷。又周易图说二卷。及古易一卷。王日修龙书一解一卷。刘翔一解六卷。PG 二十九。胡有开一解义四十卷。邹训一解六卷。郑刚中周易窥鱼十五卷。杨戬几义一卷。潘孟奇大义约解九卷。麻衣道者正义心法一卷。郑东清一说三卷。向安世周易完辞十六卷。陈炯一章句十卷。又外编一卷。战法。古易考一卷。林志易必传一卷。叶氏习学纪言周易术士一卷。李春官话二卷。王岩笔记八卷。郑汝协易易传二卷。汤熙周易讲义三卷。乐止道人西文易论为六卷姓名王。朱氏三公义一卷名王。刘烈虚谷子解卦周易三卷。刘牧郑夫著周易七卷。杨文焕五十加一解四十三卷。孙奋周易先天流眼图十二卷陈敦后续。刘半千西易正元一卷。冯乙易学五十卷。商飞卿讲义一卷。PG 三十。周易卦类三卷。易辞为三卷。易正经明一录一卷。易传四卷。口译六卷。易书十卷。系辞要旨一卷。并不知作者。易干凿度三卷。易纬七卷。易纬基览图一卷。易通卦验二卷。并正玄注。刘演通卦验一卷不知作者。王勃读易记十卷。又函谷易说一卷。
大象演义一卷，岑己异事象五卷，刘禹琛译解十卷，陈达译解十卷，戴熙译总说二卷，赵汝谈译说三卷，甄德秀复卦说一卷，吴如瑜译说一卷，李光译传十卷，李涛译学五卷，又大传杂说一卷。 PG31 朱辰祖译直卦总论一十卷，林启敖译述古言二卷，方时孙读易记八卷，魏乐翁译集义六十四卷，又易要义一十卷，郑子厚大义观象三十二卷，章也补注，又易类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王勃读易记以下部注录十九部一百八十六卷，尚书十二卷，汉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二卷，孔安国历福盛大传三卷，郑玄注及种周书十卷，晋太康中于吉郡得之，孔朝注陆德明是文英译一卷，孔颖达正译二十卷，冯继先尚书广书十八卷，又尚书小书十三卷，尹公初尚书新修一书二十六卷，胡旦尚书衍圣通论七卷，胡苑洪范口译一卷，苏洵洪范图论一卷，陈颐尧典舜典解一卷，王安石新经书译十三卷，又洪范传一卷，苏轼书传十三卷，书说一卷，陈颐门人记，孔武仲书说十三卷，岑肇书讲义八卷。 PG32 陈鄂开宝新定尚书释文三卷，孟仙与共治水图一卷，尚书洪范五行记一卷，王惠书周书音讯十二卷，司马康等无义讲义一卷，吴安师等无义说命解二卷，刘仪洪范解六卷，岑明等讲义三十卷，叶梦的书传十卷，张刚解义三十卷，吴资大义三卷，吴玉必传十二卷，张九成尚书详说五十卷，洪兴祖口译发题一卷，陈鹏飞书解三十卷，陈大昌书谱二十卷，又与共论五卷，与共论图五卷，与共后论一卷，朝公武尚书古训传四十六卷，史浩讲义二十二卷，吕祖谦书说三十五卷，黄度书说七卷，李舜臣尚书小传四卷，吴仁杰尚书洪范变图一卷，陈伯达译范一卷，朱熹书说七卷，黄氏一集。 PG33 林之奇集解五十八卷，陈经详解五十卷，康伯成书传一卷，夏尊书解十六卷，王炎小传十八卷，孙密尚书解五十二卷，蔡沈书传六卷，胡苑尚书全解二十八卷，陈深之四百家集解五十八卷，杨王吉尚书一宗三卷，三焚书三卷，元丰中毛剑所得尚书制药图五卷，尚书解题一卷，浑号发旨一卷，并不知作者，王勃读书记十卷，
又书仪九卷，书附传四十卷，元谢书钞十卷，元觉读书记二十三卷，黄伦尚书经义六十卷，赵汝谈书说二卷，卞大亨尚书类述二十卷，胡权书解四卷，李涛尚书百篇图一卷，刘桢书清侠集解二十卷，应雍书约义二十五卷。 PG 三十四，魏乐翁书要义二十卷，又书类六十部八百二卷，王勃读书记以下不着，录十三部二百四十四卷，韩诗外传十卷，汉韩英传，毛诗二十卷，汉毛长为古训传，郑玄间郑玄诗谱三卷，陆机草木鸟兽虫鱼书二卷，孔颖达正义四十卷，陆德明诗释文三卷，陈伯瑜毛诗只说统论一卷，又毛诗断章二卷，章别录一卷，毛诗正述二十卷，毛诗试题二十卷，毛诗小书二十卷，先余生诗传六十卷，李常诗传十卷，鲁有开诗集十卷，胡旦毛诗衍圣通论二十卷，宋贤毛诗正记三卷，又外译二卷，刘禹诗折中二十卷，苏子才毛诗大义三卷，周氏兼传辨物八卷，秋注周诗集解二十卷，欧阳修诗本义十六卷，又补注毛诗谱一卷。 PG 三十五，苏辙诗解集传二十卷，彭汝立诗义二十卷，赵令绪讲义二十卷，乔植中讲义十卷，毛剑诗集十卷，沈朱诗传二十卷，孔武仲诗说二十卷，王商范毛诗序义所引二卷，王安石新经毛诗义二十卷，书王诗义外传十二卷，新解一卷，陈仪门人记其诗之说，张载诗说一卷，赵仲瑞诗义三卷，游作诗二难义一卷，范祖禹诗解一卷，杨时诗辨仪一卷，毛之志周诗义二十卷，蔡卞毛诗明误解二十卷，董游广川诗故四十卷，吴良辅诗仲文说七卷，刘孝孙政论十卷，吴景山十五国风姿解一卷，刘全毛诗叛篇一卷，吴玉毛诗夜韵不音十卷，李初毛诗详解四十六卷，朝公武毛诗古训传二十卷，吕祖谦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 PG 三十六，郑桥诗传二十卷，又辩望六卷，范处义诗学一卷，又解疑心语十四卷，诗补传三十卷，朱熹诗集传二十卷，诗序辨一卷，张贵模诗说三十卷，郑鄂毛诗解义三十卷，黄度诗说三十卷，吴氏诗本义补遗二卷，明王戴熙续读诗记三卷，钱文子白石诗传一十卷，又诗训古三卷，黄邦彦讲义三卷，先余奎诗诵解三卷，黄春诗解二十卷，总论一卷，
林杰讲义五卷。三十家毛诗会解一百卷吴淳编王安石解义。毛诗是篇目书十卷。诗书要义一卷。毛诗玄谈一卷。毛诗章书三卷。毛诗提纲一卷。毛诗名物性门类八卷。一方二十卷。PG 37。释文二十卷。通义二十卷。毛正诗学十卷。诗官居一解一部。比心穷源一卷。并不知作者。陈寅诗传十卷。许毅毛诗说三卷。李涛诗谱三卷。王应麟诗考五卷。又诗地理考五卷。诗草木鸟兽虫鱼广书六卷。府广诗说一部。颜灿诗集一部。王直诗总文二十卷。魏乐翁诗要义二十卷。王勃诗辩说二卷。又诗可言二十卷。高端书诗说一卷。曹翠中诗说三十卷。向安世毛诗前说一卷。又诗解二十卷。郑祥诗古音变一卷。又诗类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二十卷。陈寅诗传乙。下部著录十四部二百四十五卷。以礼十七篇高唐深传。大代礼记十三卷戴德纂。PG 38。礼记二十卷戴慎纂。郑玄古礼著十七卷。又周礼著十二卷。礼记著二十卷。礼记月令著一卷。崔林恩三礼义宗三十卷。陈伯瑜礼记外传十卷张幼伦著。韦彤五礼经义十卷。又五礼伪书二十卷。邱光庭兼明书四卷。杜素礼略十卷。陆德明英译一卷。又古礼释文一卷。贾公彦以礼书五十卷。又礼记书五十卷。周礼书五十卷。孔颖达礼记正义七十卷。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二十卷。杨逢英礼记音讯只说二十卷。上官军区礼讲义二十卷。欧阳炳三礼名义五卷。鲁有开三礼通义五卷。殷介吉五礼集义一卷。孙玉汝五礼名义十卷。于希文景田王志图一卷。胡先生中庸义一卷慎乔纂集。李洪泽直礼一卷。PG 39。张生丧礼十卷。李翠二十卷不知作者。王阙中礼八卷。陈浩中庸义一卷。吕大林大学一卷。又中庸一卷。礼记传十六卷。乔直中中庸义一卷。游作中庸解义五卷。王安石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王昭宇周礼详解四十卷。陆电礼记解四十卷。又李相十五卷。述礼新说四卷。以礼义十七卷。何循直理论一卷。陆电大求义一卷。郭忠孝中庸说一卷。公元周礼图十卷。郭雍中庸说一卷。陈祥道注解以礼三十二卷。又李立详解十卷。礼书一百五十卷。陈阳礼记解义十卷。李格非礼记经义十六卷。
阳时，周礼义便宜一卷。又中庸解一卷。PG 四十。欲出大学解一卷。司马光等六家中庸大学解义一卷。江雨山、周礼秋官讲义一卷。马希孟、李济解七十卷。四先生中庸解义一卷成仪，吕大林游作杨时传。方确、李济解义二十卷。王溥、申一制度一卷。夏修、周礼景田谱二十卷。破礼记二十卷。周凡、以礼详解十七卷。李如圭、以礼集释十七卷。史浩、周官讲义十四卷。郑鄂、周礼解义二十二卷。黄度、周礼说五卷。徐焕、周官辩略十八卷。陈富良、周礼说一卷。徐行、周礼为言十卷。义符、周礼总义三十六卷。朱熹、以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又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中庸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中庸集略二卷。石先生中庸集解二卷。朱熹序。三家官婚丧祭礼五卷。司马光、陈仪、张载定。吴仁杰、地狭眠罪书三卷。PG 四十一。刘仪、周礼忠义十卷。张九成、中庸说一卷。大学说一卷。戴熙、区礼口译二卷。学记口译二卷。司马光、中庸大学广义一卷。钱文子、中庸集传一卷。胡权、礼记传十八卷。又周礼传十二卷。二礼讲义一卷。尼斯、中庸集义一卷。汪应臣、二经雅言二卷。张纯、以礼实务一卷。于庭春、周礼复古编三卷。黄干、续以礼经传通解二十九卷。又以礼集传集注十四卷。林乙、周礼纲目八卷。直说一卷。郑景言、周礼开方图说一卷。李新传、丁丑三礼变二十三卷。郑伯谦、太平经国书统集七卷。郑氏、三礼名义书五卷不注明。又三礼图十二卷。江都集礼图五十卷。三礼图博弈二十卷。以礼类例十卷。周礼类例一段二卷。PG 四十二。二礼分门统要三十六卷。礼记小书二十卷。并不知作者。石敦山、中庸集解二卷。向安世、中庸说一卷。又周礼秋晨图说一卷。魏时、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杨戬、孔子贤居讲义一卷。郑桥、湘隐礼七卷。张福、月令解十二卷。朝公武、中庸大传一卷。杨复、以礼图解十七卷。魏乐翁、以礼要义五十卷。又礼记要义三十三卷。周礼折中二卷。周礼要义三十卷。赵顺孙、中庸纂书三卷。袁甫、中庸详说二卷。陈尧道、中庸说十三卷。又大学说十一卷。甄德秀、大学演义四十二卷。谢新甫、中庸大学讲义三卷。王禹之、周礼定义八十卷。王应麟、集解见作篇一册。又礼类一百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石敦山、中庸集解
以下部注录26部469卷。蔡衍《胡笳十八拍》4卷。PG 43。孔衍《秦操引》3卷。谢庄《秦论》1卷。梁武帝《中律委》1卷。陈森智将《古今乐录》13卷。赵邦立《弹琴首饰谱》1卷。又《弹琴右手法》1卷。唐玄宗《金风乐弄》1卷。太宗《九弦琴谱》20卷。琴谱6卷。唐宗妙用乐仪1卷。唐肃明皇后妙用乐仪1卷。崔令卿《教坊记》1卷。吴京《乐府古题要解》2卷。王昌龄《续乐府古解题》1卷。刘旷《大乐令笔记》3卷。《大乐图义》1卷不知作者。田齐《声律要诀》10卷。薛逸简《琴谱》1卷。段安杰《琵琶录》1卷。又《乐府杂录》2卷。《乐府古题》1卷。陆鸿渐《教坊录》1卷。李冕《琴说》1卷。陈拙《琴集》9卷。徐景安《新纂乐书》30卷。赵维简《琴书》3卷。宋仁宗《明堂新曲谱》1卷。PG 44。又《景佑乐水心经》1卷。《沈乐要记》2卷。徽宗《黄忠真角调》2卷。沈括《乐论》1卷。又《乐器图》1卷。《三乐谱》1卷。《乐律》1卷。冯元《宋祁景佑广乐记》80一卷。宋祁《大乐图》1卷。聂冠卿《景佑大乐图》20卷。刘赐庄《乐府集》10卷。《乐府集序解》1卷。大周正乐88卷五代周窦衍定论。蜀雅乐仪30卷。房述《卜王乐书总要》3卷。贞观引符等1卷。蔡攸《宴乐》34册。范正《新定乐法》1卷。崔遵度《秦笺》1卷。李宗锷《乐纂》1卷。陈康氏《秦调》3卷。又《秦调》17卷。秦书正身10卷。秦调17卷。秦谱记1卷。秦调谱1卷。楚调五章1卷。PG 45。离骚谱1卷。里约秦区东韶谱1卷。秦调广陵散谱序1卷。独孤石九调谱1卷。齐松秦雅略1卷。森辩正秦正身九弄9卷。朱文琪秦杂调谱12卷。萧佑一作户。吴舍商九调谱1卷。吕卫一作兵。广陵止息谱1卷。张旦正琴谱1卷。蔡毅琴调1卷。森道英秦德谱1卷。王淼琴谱1卷。沈氏秦书一卷诗名。秦谱调八卷李敖用指法。秦略一卷。秦仕图一卷。秦谱纂要五卷。胡苑景佑乐府奏议一卷。又黄佑乐府奏议一卷。阮毅黄佑新乐图记三卷。陈阳乐书200卷。森林操《乐府诗》一卷。吴良甫《琴谱》一卷。又《乐书》五卷。PG 46。乐记36卷。杨杰《元丰新修大乐记》五卷。刘炳《大圣乐书》20卷。又《乐论》八卷。韵谱四义20卷。郑和颁将乐曲乐章节次一卷。
郑和大圣乐府雅乐图一卷，郑桥戏声乐谱二十四卷，李南玉古今大乐指掌三卷，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李昌文阮咸弄谱一卷，滕康书少武遗音一卷，屈瞻琴声律二卷，又琴图一卷，令狐魁乐药三卷，王大放琴声韵图一卷，朝为古今琴样一卷，刘吉琴艺一卷，沈健乐府广题二卷，马以良琴谱三军三卷，玉修书阮咸谱一卷，吴仁杰乐舞新书二卷，蔡元定律吕新书二卷，李如池乐书一卷，琴说一卷，古乐府十卷，赵德先乐说三卷。 PG 四十七，又乐书三十卷，历代乐仪三十卷，乐苑五卷，琴间之音操一卷，乐府题解一卷，大乐署三卷，历代歌词六卷，律吕图一卷，仿蔡演胡家十八拍，并不知作者。又乐类一百十一部一千七卷，春秋七卷正经，杜预春秋左氏传经传集解三十卷，又春秋事例十五卷，何修公羊传十二卷，又左氏高荒十卷，范宁古梁传十二卷，董仲舒春秋繁漏十七卷，及种诗春一卷，诗春纯集书左传博士士，荀卿公子信谱二卷，一名帝王历记谱，刘炫春秋数义略一卷，又春秋义囊二卷，孔颖达春秋左氏传正义三十六卷，公羊书三十卷，杨世勋春秋古梁书十二卷，黄公密春秋指要图一卷，李景春秋指掌图十五卷。 PG 四十八，陈悦春秋折中论三十卷，春秋灾异录六卷，春秋氏族图五卷，陆德明三传世文八卷，陆希深春秋通历三卷，赵匡春秋产为转类一统十卷，陆纯即传春秋转历十卷，又春秋变仪七卷，即著春秋为止三卷，卢同春秋斋为四卷，杨运春秋公子谱一卷，左丘明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为昭著，柳宗元非国语二卷，叶真是国语七卷，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又春秋名字同一录五卷，杜预春秋世谱七卷，张轩春秋归建图一卷，马泽言春秋要类五卷，徐燕公羊书三十卷，叶清晨春秋转类十卷，孙富春秋尊王发为十二卷，春秋总论一卷，李尧于春秋集义略论二卷，王炎春秋集传十五卷，张拱之春秋统为二十五卷，王哲春秋通义十二卷。 PG 四十九，又黄冈论五卷，丁富春秋衍圣统历二十卷，春秋三传一同字一卷，朱定绪春秋所引五卷，杜鄂春秋会议二十六卷，胡苑春秋口译五卷，刘昶春秋传十五卷，又春秋权衡十七卷，
春秋说历十一卷，春秋义林二卷，苏辙春秋集传十二卷，王安石左氏解一卷，杨彦麟左氏春秋年表二卷，又左氏蒙求二卷，沈括春秋基括二卷，赵瞻春秋论三十卷，又春秋经解义例二十卷，唐季季春秋邦典二卷，孙觉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春秋经解十五卷，春秋学纂十二卷，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刘分反内传国语十卷，春秋人谱一卷，孙子平列明道同传，朱常文春秋通志二十卷，嘉安国春秋通义二十四卷，张大亨春秋通讯十六卷 PG 五十，又武李立宗十卷，陆电春秋后传二十卷，又补遗一卷，陈仪春秋传一卷，离对春秋经解十二卷，王培春秋义解十二卷，张茂德春秋传类音十卷，韩台春秋左氏传口音三卷，陈德宁公羊新历十四卷，又古梁新历六卷，殷弘道著春秋序一卷，张翰遗作我春秋排门显义十卷，李传春秋总要十卷，袁熙遗作小正春秋要类五卷，张德昌春秋传类十卷，沈伟春秋见类二卷，郭祥春秋意见三十卷，王仲福春秋类聚五卷，黄斌春秋续见二卷，春秋经义三十卷，洪勋春秋图鉴五卷，春秋加减一卷，王瑞春秋首见一卷，春秋归见一卷，张杰春秋指玄十卷 PG 五十一，涂昭良春秋科议雄览十卷，春秋应判三十卷，丁义昌春秋解问一卷，邵川春秋扩义三卷，刘英春秋列国图一卷，春秋十二国年历一卷，谢弼春秋坠英二卷，李图春秋世对五卷，蔡延归注春秋浮玄三卷，春秋笔试三卷，春秋要义十卷，春秋策问三十卷，春秋家事三十卷，李荣春秋书宗十卷，江前寺春秋三传纂要二十卷，慧简春秋通略全义十五卷，元宝宗春秋世要十卷，巩俊遗作前春秋卓侠一卷，张传敬左传编辑十卷，崔生春秋分门属类赋三卷，杨君注裴光甫春秋纪要赋一卷，尹玉宇春秋音译赋十卷，冉遂良注又春秋字源赋二卷，杨文举注李相续春秋纪要赋一卷，玉箫春秋阔囊赋集注一卷，王邹彦春秋蒙求五卷 PG 五十二，张杰春秋图五卷，春秋指掌图二卷，简尊品左传引铁断义十卷，春秋纂类一统十卷，本十二卷第二第四阙，春秋通义十二卷，春秋新义十卷，春秋十二国年历一卷，一名春秋其年，春秋文权五卷，鲁有开春秋旨为十卷，国语音译
一卷。宋襄《国语不应》三卷。林盖《辩国语》三卷。崔表《世本图》一卷。杨运《春秋年表》一卷。谢石《春秋义》24卷。又《总义》三卷。崔子方《春秋经解》12卷。春秋本立立要20卷。吕奎《春秋要旨》12卷。吴元绪《左氏鼓吹》一卷。刘毅《春秋经解》2卷。吴资《春秋折中》12卷。范柔中《春秋见为》5卷。邹氏《春秋总立》一卷。谢子房《春秋背对》13卷。朱振《春秋旨要》一卷。又《春秋证明以引要旨》12卷。PG 53《春秋证明以引旨要序论》一卷。春秋讲义3卷。沈资仁《春秋兴亡图鉴》一卷。陈和《春秋传》12卷。又《春秋统论》一卷。任伯宇《春秋义圣新传》12卷。郑昂《春秋成传》30卷。邓济《春秋旨宗》21卷。石公如《春秋类历》12卷。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51卷。张根《春秋指南》10卷。李唐《春秋实论》一卷。叶梦的《春秋宴》30卷。又《春秋考》30卷。《春秋传》20卷。石林《春秋》8卷。《春秋旨要总例》2卷。胡安国《春秋传》30卷。又《通例》1卷。《通旨》1卷。于安行《春秋新传》12卷。韩黄《春秋人表》一卷。范冲《春秋左氏讲义》4卷。黄叔敖《春秋讲义》5卷。洪浩《春秋纪咏》30卷。胡权《春秋集善》13卷。邓明氏《春秋四谱》6卷。PG 54辩论谱说一卷。刘本《春秋中论》30卷。毕良史《春秋证词》20卷。桓忠《左氏春秋20国年表》一卷。《春秋列国臣子表》10卷。郑桥《春秋地名谱》10卷。又《春秋传》12卷。《春秋考》12卷。周彦义《春秋名义》2卷。毛邦彦《春秋正义》12卷。王日休《春秋孙父解辩诗》一卷。又《春秋公羊辩诗》一卷。《春秋左氏辩诗》一卷。《春秋谷梁辩诗》一卷。《春秋名义》一卷。董自任《春秋总鉴》12卷。夏目《春秋素志》315卷。又《春秋灵台独讲》11卷。颜林先生讲义2卷。吕本中春秋解2卷。朝以武春秋故训传30卷。王炫春秋门吏通解10卷。林立经传集解33卷。石兰左氏春秋讲义10卷。徐德之左氏国纪20卷。萧楚春秋经变10卷。胡定《春秋解》12卷。PG 55林拱辰《春秋传》30卷。陈富良《春秋后传》12卷。又《左氏张纸》30卷。王汝游《春秋外传》15卷。陈炯《春秋显微立目》1卷。又《春秋传》20卷。朱琳《春秋思记》1卷。春秋外传10卷。王宝东宫春秋讲义3卷。春秋集传15卷。吕祖谦春秋集解30卷。
右左传肋边六卷，左氏博弈二十卷，左氏说一卷，左氏博弈纲目一卷，祖迁门人张承昭标注，左氏国语肋边二卷，祖迁门人所编，沈斐春秋笔试二十卷，李明富春秋集义五十卷，右集义纲领二卷，任公府春秋明辨十一卷，杨戬春秋解十卷，戴熙春秋讲义四卷，陈公说春秋分纪九十卷，春秋释疑二十卷，春秋考义四卷，春秋加减四卷，春秋直指三卷。 PG 56左氏纪传五十卷，春秋四传二十卷，春秋类六卷，春秋历六卷，春秋表记一卷，王侯世系一卷，春秋世历地名谱一卷，春秋本旨五卷，左氏斋其十二卷，并不知作者。李嘉左氏广惠盟一卷，张冲左氏类氏始末五卷，王勃左氏正传一十卷，高端书春秋一宗一百五十卷，黎良能左氏释疑谱学各一卷，沈斐春秋笔试二十卷，吴岑春秋考义四卷，右左氏发挥六卷，方书春秋直音三卷，时朝英左传约说一卷，右百论一卷，黄仲言春秋通说一十三卷，新次英数词笔试五卷，李孟传左氏说十卷，陈大昌演樊漏六卷，李涛春秋学十卷，王应麟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六卷。PG 57杨世勋春秋公古考义五卷，陆载春秋后传不疑一卷，赵振奎春秋类论四十卷，宇文虚中春秋纪咏三十卷，王孟应春秋集义五十卷，李新传春秋考义十三卷，魏乐翁春秋要义六十卷，陈藻林希义春秋三传正赋论十三卷，右春秋类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王勃左氏正传以下部注录二十三部四百八十八卷，古文孝经一卷凡二十二章，郑氏注孝经一卷，唐明皇注孝经一卷，袁行冲孝经书三卷，苏宾孝经书一卷，邢丙孝经正义三卷，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右古文孝经指解一卷，赵克孝孝经传一卷，任凤古孝经讲书一卷，张元老讲义一卷，范祖禹古文孝经说一卷，吕慧卿孝经传一卷，吉观国孝经新义一部卷，王家资解义二卷，王文献详解一卷，林春林全解一卷。 PG 58沈处后解一卷，赵襄孝经义一卷，张师隐通义三卷，张九成解四卷，朱熹刊物一卷，黄干本旨一卷，向安世孝经说一卷，冯乙古孝经集注一卷，古文孝经解一卷，元辅孝经说三卷，王行孝经同义三卷，右孝经类二十六部三十五卷，元辅
孝经说以下。不著录二部六卷。论语十卷和晏等集解。黄侃论语书十卷。韩愈笔解二卷。陆德明释文一卷。马总论语书要十卷。陈瑞论语品类七卷。论语景田图一卷。邢丙正义十卷。周武集解辩误十卷。宋贤曾著十卷。王令著十卷。季旦论语斋科辩解十卷。王安石通类一卷。王滂解十卷。PG 五十九。孔武仲论语说十卷。吕慧卿论语义十卷。蔡深论语纂十卷。苏轼解四卷。苏辙论语拾遗一卷。陈颐论语说一卷。刘振荣重著论语十卷。陈和论语传十卷。晁说之讲义五卷。杨时解二卷。谢良佐解十卷。范祖禹论语说二十卷。游作杂解一卷。公元论语解一部卷王。吕大林解十卷。隐吞论语解十卷。又说一卷。侯仲良说一卷。邹浩解十卷。汪格直解十卷。叶梦的誓言十卷。黄祖顺解义十卷。张九成解十卷。吴玉续解十卷。又考义一卷。说历一卷。玉初玉泉论语学四卷。PG 六十。张氏解十卷。汤烈及陈氏说二卷。尼斯论语义正二十卷。叶龙谷解义十卷。洪兴祖论语说十卷。史浩口译二十卷。薛继轩论语小学二卷。林立论语知心十卷。朱熹论语经义十卷。又集注十卷。集义十卷。或问二十卷。论语注意问答通释十卷。郑汝解义十卷。张衍鲁论名为十卷。一元十卷。钱文子论语传赞二十卷。王汝游论语归去二十卷。徐焕论语赘言二卷。岑几论语义二卷。陈颐之讲义二卷。江德平本旨一卷。论语指南一卷。黄祖顺沈大连胡鸿辩论。戴熙石古答问三卷。东古论语一卷不知作者。陈其清论语记蒙六卷。孔子家语十卷为王肃著。PG 六十一。论语玄义十卷。论语要义十卷。论语口义十卷。论语占掌书十卷。论语乐义书十卷。论语释谱三卷。并不知作者。王居正论语感发十卷。毕良史论语探古二十卷。黄干论语通释十卷。又论语一元一卷。卞桓论语大义二十卷。高端书论语传一卷。甄德秀论语集编一十卷。魏乐翁论语要义一十卷。又论语类七十三部五百七十九卷。王居正论语感发以下部著录八部八十二卷。周公释法一卷集及种周书释法篇。班固白胡通十卷。沈约释法十卷。贺琛
释法三卷，晋阳方五经勾审五卷，王彦威续古今释法十四卷，刘训六经五卷，春秋释法一卷及杜预春秋释例释法篇，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马光吉九经释难五卷 ，PG 六十二，张崇业五经释题杂问一卷，孙石鹏五经指归五卷，苏鄂演义十卷，刘肃六说五卷，兼讲书五卷，受经图三卷，胡旦演慎通论六十卷，刘昶七经小传五卷，黄敏求九经余义一百卷，邱光庭兼明书二卷，李兆经史释题二卷，严师古刊谬正俗八卷，李福刊物二卷，九经要略一卷，续元要略一卷，释法三卷，六家释法二十卷，范正周沆编，陈仪河南经说七卷，又五言集解三卷，苏洵嘉佑释法三卷，黄佑释录二十卷，杨慧经解三十三卷，刘仪七经中义一百七十卷，蔡攸郑和修订释法八十卷，杨时三经异变十卷，王居正辨学七卷，郑桥释法三卷 ，PG 六十三，李舜臣诸经讲义七卷，张九成香港少遗贤有义德论孟子十遗共一卷，张载经学理窟三卷，向安世家说十卷，附录四卷，黄干六经讲义一卷，六经疑难十四卷不知作者，许毅九经直音九卷，又郑娥一卷，诸经正典十卷，论语尚书周礼讲义十卷，杨甲六经图六卷，林观过经说一卷，戴勋西斋清选二卷，叶仲堪六经图七卷，余言六经图说十二卷，张贵模翰林讲义三卷，周世贵经括一卷，尤贵经学十二卷，九经经旨册义九卷不知作者，江德平诗书一义一卷，沈贵尧四书要义七篇，张九成中庸大学校经说各一卷，又四书解六十五卷，张刚六经辨疑五卷，又确论十卷，李涛五经传授一卷 ，PG 六十四，王应麟六经天文编六卷，陈应龙四书集语四十卷，刘元刚三经演义一十一卷，孝经论孟又经解类五十八部七百五十三卷，沈贵尧四书要义以下部注录九部一百四十六卷篇，尔雅三卷，郭璞注孔父小尔雅一卷，杨雄方言十四卷，史由及旧章一卷，刘熙释名八卷，许慎说文解字十五卷，孙岩尔雅书十卷，高敛尔雅书七卷，徐凯说文解字细传四十卷，又说文解字韵谱十卷，说文解字通释四十卷，森谭玉补说文解字三十卷，钱承志说文正例三十卷，张一广雅音三卷，吕臣字林五卷，曹宪博雅十卷，顾野王玉篇三十卷，
为昭，便是名一卷。王僧虔评书一卷，梁武帝评书一卷，千字文一卷，凉州新四次韵，言之推正俗音字四卷。 PG 65又自始三卷，余历鼎录一卷，萧该汉书音译三卷，陆法言广韵五卷，唐玄宗开元文字音译二十五卷，语兼无书评论一卷，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又尔雅音译二卷，颜元孙干陆字书一卷，李嗣珍书后品一卷，续古今书人优劣一卷，王之明述书后品一卷，张怀冠书古一卷，又评书要识论一卷，六体论一卷，古文大传书组一卷，书短三卷，颜真卿笔法一卷，又运海建元十六卷，朱羽善书评一卷，又有唐明书赞一卷，林罕字元篇傍小说三卷，金华苑二十卷，张参五经文字五卷，李商隐蜀尔雅三卷，颜师古急救篇注一卷，于世南笔髓法一卷。 PG 66唐玄度九经字样一卷，又实体书一卷，张彦远法书要录十卷，杜林月即备要字录二卷，王僧虔图书荟萃六卷，吕总续古今书人优劣一卷，蔡希宗法书论一卷，刘伯庄史记音译二十卷，裴瑜尔雅注五卷，森守温清浊韵前一卷，黄伯思东关舆论二卷，窦衍易训十卷，崔逢玉玺谱一卷，颜氏元重修宋魏损润色，郭忠树佩西三卷，又汉简集七卷，变字图四卷，归字图一卷，正字赋一卷，孙继昭决一赋二卷，徐玄三家老字音译一卷，郑文宝玉玺记一卷，景德韵略一卷，七轮等相定，宋高宗评书一卷，一名汉末志，行炳尔雅书十卷，欧阳荣经典分毫正字一卷，沈立基正变额一卷，唐四自说集解三十册卷王。 PG 67钱维衍非白书序录一卷，周月古今法书院十卷，祝冲韩文音译五十卷，李周切韵五卷，邱世龙切韵搜影五卷，刘希古切韵时域五卷，胡元直西汉字类五卷，陈天林前汉通用古字韵编五卷，陈鹏年等重修广韵五卷，韵泉十四卷，森师月韵官一卷，秋庸孝定韵略五卷，韵选五卷，韵元一卷，孙冕唐韵五卷，天宝元年即切韵五卷，释游志变体补修加字切韵五卷，丁度集韵十卷，又景佑礼部韵略五卷，墨叟一卷不知作者，贾昌朝群经音变三卷，夏耸众校古文四声韵五卷，又声韵图一卷，司马光切韵纸掌图一卷，又类编四十四卷，刘温润腔尔雅一卷，
宋七摘萃一卷。PG 六十八，欧阳修及古陆拔尾六卷。据中正雍熙广运一百卷，序例一卷。又三体孝经一卷。杨南仲十经七十五卷。又三体孝经一卷。宴会自傍辩物一卷。道士谢立真玉篇解疑三十卷。向文玉篇二十卷。石怀德隶书赋一卷。主长文范止论一卷。李训结经录一卷。翰林引述一卷。经号笔法一卷。为氏笔宝两字五卷。徐浩书谱一卷。又古记记一卷。宋敏求宝刻从章三十卷。刘昶先秦古契图一卷。李行中引经自源二卷。朱长文叙书段二卷。王安石自说二十四卷。米芾书评一卷。又宝章呆访集一卷。吕大林考古图十卷。李公麟古契图一卷。陆电尔雅心意二十卷。皮雅二十卷。PG 六十九。蔡京崇宁鼎书一卷。张友复古编二卷。郑和甲午祭礼器款制一卷。王楚中鼎传运二卷。吴玉运补五卷。董恒唐书释音二十卷。窦深唐书音讯四卷。宣和重修博古图录三十卷。赵明诚经实录三十卷。右别本三十卷。薛尚公众广中鼎传运七卷。历代中鼎仪器款制法帖二十卷。张梦押运十卷。许观运海五十卷。吴同训统类一卷。郑桥石鼓文考一卷。又自始连环二卷。向类书十一卷。论范书三卷。尔雅著三卷。书考六卷。通志六书略五卷。甲申清四申类运二卷。又申运类例一卷。淳熙兼本礼部运略五卷。琉球历运略七卷。潘伟柳文音译三卷。PG 七十。森应之林书官要一卷。吕本忠同盟训三卷。周凡六经音译十三卷。李慎六经释文二卷。黄圭班书运编五卷。张十经注文考译四十卷。洪氏历氏二十七卷。历序二十一卷。史浩同况须知三卷。朱熹小学之书四卷。又四子四卷。陈端蒙小学自训一卷。吕祖谦少仪外传二卷。陈淳北溪自译二卷。楼基斑马字类二卷。汉隶字源六卷。广干录字书五卷。古鼎法帖五卷。杨师傅汉隶释文二卷。马居易汉隶分运七卷。狄伯寿咒史二卷。胡寅著续古千文一卷。吕氏续古千文一卷。庆元嘉定古契图六卷。森妙华互助集运二十五卷。罗典清秦唐法帖六卷。李从周自通一卷。PG 七十一。辽森行军龙刊手鉴四卷。黄伯思法帖刊物一卷。释元冲五音运镜一卷。师素大观法帖总释
二卷。又石谷英一卷。蔡氏口诀一卷，明王书录一卷，疏引法一卷，笔阵图一卷，西汉字类一卷，纂著礼部韵略五卷，翰林进京三卷，临汝帖三卷，笔院文辞一卷，法帖自证十卷，正俗字十卷，疏断隶传五卷，鸿运海元二卷，互助尔雅冠类一卷，朱家小学总录二卷，集古系实十卷，翻汉语一卷，并不知作者。刘少佑自学执要二卷，洪迈赐李汉蒙求三卷，及斋鹏氏小学敬业广记一部，王应麟蒙训四十四卷。PG 七十二，又小学干珠十卷，小学讽咏四卷，补助急救篇六卷，又小学类二百六部一千五百七十二卷。刘少佑自学执要以下部注录六部六十九卷，凡经类一千三百四部一万三千六百八卷。PG 七十三。至第156译文二，史类十三，一曰正史类，二曰编年类，三曰别史类，四曰史抄类，五曰故事类，六曰职官类，七曰传记类，八曰遗著类，九曰刑法类，十曰目录类，十一曰谱牒类，十二曰地理类，十三曰罢史类。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卷裴英等集注，又史记一百三十卷陈伯宣注，班固汉书一百卷颜师古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张怀太子李贤注，赵昪新校前汉书一百卷，于禁汉书刊物三十卷，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裴松之注，房玄龄晋书一百三十卷，杨其轩晋书音译三卷，沈约宋书一百卷，萧子显南齐书五十九卷，姚思廉梁书五十六卷。 PG 七十四，又陈书三十六卷，未收后魏书一百三十卷，魏旦后魏书记一卷本七卷，张太素后魏书天文志二卷本百卷为存词，李百耀北齐书五十卷，令胡德芬后周书五十卷，颜师古隋书八十五卷，柳芳唐书一百三十卷，唐书序立目一卷，刘旭唐书二百卷，欧阳修宋琦新唐书二百五十五卷，目录一卷，李慧补助唐书二百二十五卷，薛居正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欧阳修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徐无党注，张守杰史记正义三十卷，司马贞史记索引三十卷，张密汉书刊物一卷，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刘敞刘分反刘凤氏刘分反汉书刊物四卷，吕夏清唐书执笔新历一卷，吴枕新唐书鸠谋二十卷，又五代史纂物三卷，朱良列传十五卷，张昭远后唐列传三十卷，任亮史论三卷，韩子忠新唐史辨惑六十卷，吴仁杰两汉刊物补遗十卷，傅弼前汉书纲目一卷。 PG 七十五，刘巨荣汉书纂物二卷，
汪应臣《唐书列传辨证》二十卷，西汉刊物一卷，不知作者。王旦《国史》一百二十卷，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百五十五卷，邓寻武《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王圭《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百一十卷，李涛《洪迈》《宋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宋明臣录八卷，宋勋德传一卷，宋两朝名臣传三十卷，咸平诸臣录一卷，西宁诸臣传四卷，两朝诸臣传三十卷，并不知作者。张唐英《宋名臣传》五卷，葛秉奎《国朝名臣序传》二十卷，又正史类五十七部四千四百七十三卷。葛秉奎《国朝名臣序传》不著录一部二十卷，荀悦《汉纪》三十卷，袁弘《后汉纪》三十卷，胡旦《汉春秋》一百卷，问答一卷，黄甫谧《帝王世纪》九卷，竹书三卷，荀勖何乔编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三十卷 PG 七十六，孙晟《晋阳秋》三十卷，杜延业《晋春秋略》二十卷，裴子野《宋略》二十卷，王通元经薛氏传十五卷，马总通历十卷，柳芳唐历四十卷，崔圭从续唐历二十二卷，裴玉之唐太宗建元实纪一卷，陆维衡帝王历蜀图十卷，陈悦唐统计一百卷，秋月三国典略二十卷，封衍古今年号录一卷，薛科大唐盛运图略三卷，帝王诏录一卷，王启五典正图三卷，苗台福古今通要四卷，马永义元和录三卷，大唐中兴新书纪年三卷，不知作者。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十卷，陈振柔大唐不记三卷，林凡唐录政要十三卷，唐天佑二年日历一卷，杜光庭古今类聚年号图一卷，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温大雅传唐高祖实录二十卷，许敬宗房玄龄等传唐太宗实录四十卷，许敬宗传唐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 PG 七十七，唐武后实录二十卷，唐中宗实录二十卷，唐睿宗实录十卷，又五卷并留之己吴京传，唐玄宗实录一百卷，元载令狐桓传，唐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传唐代宗实录四十卷，令狐桓传唐德宗实录五十卷，裴寂等传唐建宗实录十五卷，沈寂纪传唐顺宗实录五卷，韩愈传唐宪宗实录四十卷，唐穆宗实录二十卷并录隋等传唐敬宗实录十卷，礼让仪等传唐文宗实录四十卷，魏摩修传唐武宗实录二十卷，唐宣宗实录三十卷，唐懿宗实录二十五卷，唐僖宗实录三十卷，唐昭宗实录三十卷，唐哀帝实录八卷并宋敏求传五代梁太祖实录三十卷，张衮细象等传五代唐懿祖纪年录一卷，五代唐宪祖纪年录一卷，五代唐庄宗实录三十卷，
并赵凤、张昭远等传。PG78《五代唐明宗实录》30卷姚乙等传。《五代唐闵帝实录》3卷张昭远等传。《五代唐废帝实录》17卷张昭等同传。《五代晋高祖实录》30卷。《五代晋少帝实录》20卷。并窦真固等传。《五代汉高祖实录》10卷苏逢吉等传。《五代汉隐帝实录》15卷。《五代周太祖实录》30卷。并张昭、尹拙、刘温叟等传。《五代周世宗实录》40卷宋王溥等传。《南唐列祖实录》20卷高远传。《后蜀高祖实录》30卷。《后蜀主实录》40卷。并李浩传。宋太祖实录50卷李沆、沈伦修。太宗实录80卷钱若水修。真宗实录150卷晏殊等同修。仁宗实录200卷韩琦等修。英宗实录30卷岑公亮等修。神宗实录朱墨本300卷旧录本用墨书，添入者用朱书，删去者用黄墨。宋高宗日历1000卷，孝宗日历2000卷，光宗日历300卷，宁宗日历510卷，重修500卷，神宗实录200卷，赵鼎、范冲重修。PG79，哲宗实录150卷，徽宗实录200卷，并汤思退进，徽宗实录200卷李涛重修，清宗实录40卷洪迈修，高宗实录500卷傅伯寿传，孝宗实录500卷，光宗实录100卷，并傅伯寿、陆游等修，宁宗实录499册，李宗实录初稿190册，李宗日历292册。又日历180册，杜宗时政记78册，德佑世纪日记45册，孙光宪续通历10卷，范植五代通录65卷，刘蒙叟甲子编年2卷，显德日历1卷，周户蒙、董淳、贾黄忠传，公隐运历图3卷。陈鹏年唐纪40卷，宋祥纪年通谱12卷，郑相五代开皇纪30卷，两朝实录大事2卷，王玉文武贤臣治蜀编年志1卷，武密帝王兴衰年代录2卷，五代春秋1卷。 PG80 时代编年纪1卷，并不知作者。张时历代统计1卷，司马光《资治通鉴》354卷，又《资治通鉴举要例》80卷，《通鉴前例》1卷，《击鼓录》20卷，《历年图》6卷，《通鉴节要》60卷，《地统编年纪事诸姬》12卷，《历代累年》2卷，刘树《资治通鉴外记》10卷，又《遗年谱》1卷，《通鉴问遗》1卷，张衡《编年通载》10卷，王延叟《系年录》1卷，元佑时政记1卷，诸葛深《少运图》1卷，杨备《历代纪元赋》1卷，胡资《孔子编年》5卷。朱慧《历代帝王年运全要》10卷，司马康《通鉴释文》6卷，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168卷，又《四朝史稿》50卷，江左方正年表16卷，混天帝王五运图古今虚之1卷，
宋正录十二卷 ，PG81。宋义录一卷，宋年表一卷，史照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朝公脉历代纪年十卷，雄克九朝通略168卷，中兴小历41卷，吕祖谦大事记27卷，又宋通鉴节五卷，吕氏家塾通鉴节要24卷，朱熹通鉴纲目59卷，又提要59卷，宋慎政编年12卷，不知作者。汪伯彦谏言中兴日历一卷，原书通鉴记事本末42卷，郁汉卿通鉴总考112卷，吴岑南北征伐编年23卷，徐度国记65卷，胡弘黄王大记80卷，李炳丁未录200卷，李兴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国史英华一卷，不知作者。何许甲子纪年图一卷，曾听通鉴补遗100篇，李梦传读史10卷，崔敦师通鉴要览60卷，王应麟通鉴答问4卷，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120卷。 PG82 沈书通鉴总类20卷，张根历代纸掌编90卷，李兴传孝宗要略出草23卷，张公明大宋纲目167卷，洪迈节资治通鉴150卷，又太祖太宗本纪35卷，又四朝史记30卷，又列传135卷，黄维之太祖政要10卷，吕中国朝志纪要略14卷，又编年类151部1575卷，宁宗实录以下部著录6部5卷，曾听通鉴补遗以下部著录15部968卷，王冠广宣元本纪3卷，及种周书10卷，郭璞著穆天子传6卷，赵烨吴越春秋10卷，黄甫尊著《吴越春秋》十卷，司马彪《九州春秋》十卷，赵瞻《史记底五论》五卷，《汉书问答》五卷，刘桢等《东观汉纪》八卷，孔偃《春秋后语》十卷，李延寿《南史》80卷，又《北史》100卷，袁行冲《后魏国典》30卷，金陵六朝记一卷。 PG83 王豹金陵书要一卷，李匡文汉后隋前顺冠图一卷，李康唐明皇政录10卷，元昊新元圣公录功臣录30卷，唐僖宗日历一卷，刘肃唐新语13卷，唐总记3卷，渤海田唐广德神异录45卷，欧阳炯一作丙唐录备阙15卷，裴喷大和兴修辩谤略3卷，陈光荣一作柔唐补注记注记一作记3卷，曹玄圭唐列圣统载图10卷，郭修唐年纪录一卷，南卓唐朝纲领图五卷，唐纪年纪二卷，吴京开元明臣录三卷，又唐太宗勋史一卷，唐书备阙记十卷，高俊小史110卷，许嵩健康实录20卷，张巡古五代新说二卷。
刘珂《帝王历书歌》一卷。六唐年历一卷。PG 八十四。裴廷玉《东关奏记》三卷。新野史十卷题显德元年终南山不明子传。张传敬《唐编记》一作记。十卷。胡旦《唐臣》一作册。七十卷。王炎《唐志》二十一卷。孙府《唐史记》七十五卷。王浩《唐余录》六十卷。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王宇琛《五代史阙文》二卷。陶岳《五代史补》五卷。詹介《唐宋遗史》四卷。刘植芳《大唐纪要》三十卷。苏哲《古史》六十卷。孙冲《五代纪》七十七卷。刘芬反《五代春秋》一部卷王。刘树《十国纪年》四十二卷。长渠《华阳国志》十卷。江南志二十卷。李清晨《平南事览》二十卷。吴书实录三卷。纪阳行秘事。真宗圣政纪一百五十卷。又政要十卷。仁宗官文览古图记十卷。丁未大中祥符奉祀记五十卷。木二卷。又大中祥符迎奉圣像记二十卷。木二卷。PG 八十五。李维大中祥符降圣记五十卷。木三卷。王清若天禧大礼记五十卷。木二卷。吕夷简三朝宝训三十卷。李书三朝训览图十卷。钱维演咸平圣政录三卷。李昭构永熙正范二卷。张商英神宗正典六卷。林熙两朝宝训二十一卷。舒旦元丰圣训三卷。六朝宝训一部卷王。郑居中崇宁圣政二百五十五册。又圣政录三百二十三册。贾伟备史六卷。史系二十卷。杨九龄正史杂论十卷。河洛春秋二卷。历代善恶春秋二十卷。李全捆外春秋十卷。薛涛玉帝诏一卷。沈焚元类一卷。杨岑皇王宝运录三十卷。渠一作狄。湘帝王受命编年录三十卷。徐浩三朝革命录三卷。钱信黄游录一卷。历代洪明录八卷。韦光美加号录一卷。PG 八十六。崔悌帝王受授图一卷。牛简帝王世纪相承图三卷。历代君臣图二卷。公尹年一作运历图八卷。贾清文古今年代历一卷。张敦素通记一作记建元历二卷。柳灿补助政论卫历三卷。杜光庭帝王年代周郡常历二卷。王启五运图一卷。曹玄圭五运图一作录十二卷。张洽五运元纪一卷。古今帝王纪十卷。魏牧帝王真伪纪七卷。纪年志一卷。武密帝王年代录三十卷。郑伯庸帝王年代图一卷。又帝王年代纪三卷。焦禄圣朝年代纪一作纪十卷。韦光美帝王年号图一卷。汪琦古今帝王年号录一卷。李昉历代年号一卷。盖君平重编史习三十卷。孙玉十二国史十二卷。西京史略
二卷，史记多音五卷，并不知作者。郑桥通志二百卷 ，PG 八十七。萧长续后汉书四十二卷，李四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陈富良见龙编一卷一名，开基释要。蔡幼学宋编年政要四十卷，又宋实录列传举要十二卷，红眼五朝史述论八卷，红脉孙赵深之中心遗史二十卷，楼访中心小传一百篇，右别史类一百二十三部二千二百十八卷。赵深之中心遗史以下部著录二部一百二十卷一篇，马史经略五十六卷，赵世逢两汉类要二十卷，周户三史经英三十卷，十七史赞三十卷，三代说辞十卷不知作者。孙玉汝南北史练选十八卷，史略三卷，杨侃两汉博文十二卷，林越汉檄十卷，宗建三国采要六卷，薛景晋书经血钞十卷，荀绰晋略九卷，张志晋略二十卷，杜延业晋春秋略二十卷，晋史列经一百三十卷，胡寅读史管见三十卷，又三国六朝攻守要论十卷 ，PG 八十八。赵氏六朝采要十卷，杭兰金陵六朝帝王统计一卷，薛涛玉唐要录二卷，张氏通鉴论读四卷，孙府唐时论断二卷，十诫唐鉴五卷，范祖禹唐鉴十二卷，又地学八卷，陈继雅两汉博弈十四卷，李舜臣江东十鉴一卷，陈富良西汉史钞十七卷，东来先生西汉才论十卷，吕祖谦论门人编，刘希古历代纪要五十卷，乔顺古今语要十二卷，贾昌朝通纪八十卷，赵善玉读史余的考六十三卷一名，余的通鉴，裴松之国史要览二十卷，郑伟史习十卷，曹化史书籍类三卷，朱甫纪年备遗正统论一卷，韦氏先生两汉论一卷，陈长方张唐英唐史发前六卷，倪玉汉论十三卷，陈敦修唐史段二十卷，王建唐史明贤论断二十卷，陈鹏唐史熟词四卷，唐帝王浩载陈录十卷 ，PG 八十九，明贤十七史阙论一百四卷不知作者，胡旦五代史略四十二卷，韩宝生文行录五十卷，李续地学一卷，姚于斌诸史成魔八卷，郑少维唐史发挥十二卷，陈天麟前汉六帖十二卷，陈应行读史明辨二十四卷，又读史明辨续集五卷，师古三国志直疑十四卷，又西汉直疑十九卷，东汉直疑九卷，何博士悖论四卷，何去非陈亮通鉴纲目二十三卷，叶学士唐史钞十卷不知名，唐仲友唐史义十五卷，又续唐史经义十卷，杨天慧三国人物论三卷，李时世系手记一卷，两汉者名论二十卷，
十二国十略三卷，章华集三卷，纵横集二十卷，十三代史选五十卷，南史之时运句三卷，易古八卷，史谱七卷 ，PG 九十，五代纂要赋一卷，国朝撮要一卷，约论十卷，并不知作者。李涛历代宰相年表三十三卷，又唐宰相谱一卷，王谢氏表一卷，五代三牙将帅年表一卷，窦记皇朝名臣言行事对十二卷，李兴传旧文政务十五卷，公敦仪福佑本来一十卷，洪迈继绍兴以来所见二卷，左史超内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二十四卷，李涛历代宰相年表以下部著录八部七十五卷，班固汉武故事五卷，蔡邕独断二卷，裴选之乘坐实记一卷，王林魏正公建录五卷，武平以景龙文管记十卷，吴京贞观政要十卷，又开元升平原一卷，苏圭中书圭鉴一卷，韩婉御史台记十二卷，韦庶集贤注记二卷，崔光廷德宗信奉天禄一卷，沈继记选举制三卷，马玉奉持录五卷 ，PG 九十一。韦执意翰林故事一卷，李吉甫元和国纪略一卷，刘公炫邺城旧事六卷，韦处后翰林学士记一卷，元稹陈旨学士院记一卷，李德裕西南北边录一卷，又两朝县替记二卷，四柳氏旧文一卷，令狐臣真灵仪式一卷，令胡桃制表书一卷，李思空论事七卷，唐蒋协编李将所论，南卓纲领图一卷，正处会明皇杂录二卷，又天宝西信略一卷，吴襄事记一卷，不知作者。王仁玉开元天宝仪式一卷，卢骈御史台三院音化录一卷，柳平续真灵仪式一卷，正相起居住故事三卷，苏颂耳音要览一部卷，王乐史共举故事二十卷，木一卷，正田赤与唐判五卷，李巨川秦王录二卷，杨巨翰林旧规一卷，张哲翰林盛世一卷，李构御史台故事三卷，李兆翰林内志一卷 ，PG 九十二，又翰林志一卷，苏义简续翰林志二卷，杜从事记一卷，梁宣底三卷，焚阴后土故事三卷，自汉至唐，武臣王佩享事记二十卷，并不知作者。林琴国朝典要杂编一卷，李大信典故变仪二十卷，吕夷简林希敬五朝宝训六十卷，三朝太平宝训二十卷，三朝训鉴图十卷，仁宗秩序沈该敬神宗宝训一百卷，神宗宝训五十卷，不知籍者姓名。洪迈集哲宗宝训六十卷，清宗宝训四十卷，高宗圣政六十卷，高宗宝训七十卷，孝宗宝训六十卷，并国史宝录院进史弥远孝宗宝训六十卷，绍兴求贤守诏一卷，高宗孝宗圣政编要
二十卷前道，淳熙中修。高宗圣政典章，十卷不知作者。宋朝大诏令，二百四十卷绍兴中，出于宋寿家。永熙宝训，二卷李房子宗二纂。仁宗观文鉴古图，十卷。王朱祖宗故事，二十卷。PG 九十三。礼书根籍类事，五卷。林赫东风西四朝叶太清宫庆赐总历，二十六卷。韩绛治平会记录，六卷。李常元佑会记录，三卷。崔立故事基疑，十卷。孝宗圣政，五十卷。彭圭年内治圣鉴，二十卷。光宗圣政，三十卷。复辟契丹一盟别录，五卷。朱圣妃秀水闲居录，二卷。吕本忠紫薇杂记，一卷。蔡涛北征纪实，二卷。万四谢太后回銮侍时，十卷。汤思退等永佑灵迎俸禄，十卷。大维简塞北纪实，三卷。宋敏求朝贡禄，二十卷。张养正六朝事记，十四卷。吴彦奎六朝事记别集，十四卷。韩元吉金国生辰语录，一卷。刘拱江东旧荒录，五卷。宋介执礼集，二卷。陈烨通州御海录，一卷。龚仪正续击古录，一卷。洪尊汉苑群书，三卷。又会稽和买事一录，七卷。陈大昌北边背对，六卷。庆历编译，三卷。PG 九十四。开禧通和录，一卷。开禧持书录，二卷。开禧通问本末，一卷。金陵叛盟记，十卷。并不知作者。宋祥尊号录，一卷。又耶元从志，三卷。董卫活明书，三卷。又活明书拾遗，三卷。史馆故事录，三卷。五国故事，二卷。并不知作者。尉迟沃中朝故事，二卷。孔武仲精华讲义，十三卷。王宇琛见龙仪式，一卷。田熙三朝奏议，五卷。岑志尧清编前要，五十卷。李治皇亲故事，一卷。杜稿铸前故事，一卷。丁卫景德会记录，六卷。王蜀群牧故事，三卷。两朝世书，一卷。景德中与契丹往复书。辛夷显云南录，三卷。沈该翰林学士年表，一卷。苏琦次序翰林志，一卷。钱维衍金坡遗事，三卷。朝炯别书金坡遗事，一卷。PG 九十五。李宗锷翰林杂记，一卷。王浩言行录，一卷。王旦明贤疑犯录，十四卷。于禁国姓语录，一卷。李书三朝训鉴图，十卷。陈实三朝异史，一卷。沈立何妨通义，一卷。复辟救济流民精化事件，一卷。田况黄佑会记录，六卷。陈次公安南义，十篇。宋贤朝志要览，十五卷。李尚交进士会员，五卷。范正国朝事史，一卷。又东斋记事，十二卷。太平盛典，三十六卷。国朝宝训，二十卷。庆历会记录，二卷。经费节要，八卷。并不知作者。张唐英君臣政要，四十卷。陈香国姓语录，一卷。赵盖日记，一卷。
司马光《日录》三卷，夹旦《吴门水利》四卷，王安石《西宁奏对》七十八卷，陈师梦《奏录》一卷，罗从彦《宋孙尧录》八卷 ，PG 九十六，何旦《历代备览》二卷，王宇《王家三世书告》一卷，司马光《溯水记文》三十二卷，周必大《栾坡录》一卷，又《淳熙玉堂杂记》一卷，陈模《东宫备览》一卷，《三朝政录》十二卷，《广东西城录》一卷，《交广图》一卷，并不知作者。岑巩《宋朝政要册》一卷，毕仲衍《中书备对》十卷，李清晨《张成怡元封土贡录》二卷，庞元英《文昌杂录》七卷，韩绛吴冲《枢密院时政记》十五卷，苏安《靖边说》一卷，薛相《边陲利害》三卷，仁宗君臣政要二十卷，不知何人编，范祖禹《仁皇训典》六卷，岑巩《德英宝训》三卷，汪家《荣观集》五卷，张顺明《史辽录》一卷，宋斐公《管阁录》十一卷，刘永寿《张献世纪》一卷，岑布《三朝政论》二卷，林福《元丰盛训》二十卷，嘉安国《平蛮录》三卷 ，PG 九十七。罗基《彭山记》五卷，明堂诏书一卷，不知几者。高玉《延迟录》一卷，吴若虚《崇圣辉如集》三卷，洪瑜《创业故事》十二卷，耿延禧《谏言中兴记》一卷，陈巨《灵台故事》五卷，洪兴祖《叙史馆故事录》一卷，张介政要一卷，李元三朝政要曾氏二十卷，欧阳安永祖宗殷瑞圭鉴十卷，陈奎中兴馆阁录十卷，赵协广南士博录三卷，严守则通商集三卷，契丹礼物录一卷，京华故事一卷，两朝交聘往来国书一卷，并不知作者。臧子《吕丞相秦王记》一卷，李攸《通经集》二十卷，又《宋朝事实》三十五卷，袁孟林《汉志从录》二十卷，倪思《河公言赋书》一卷，詹宜之《淳熙经言日进故事》一卷，又《淳熙东宫日纳故事》一卷，李新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十一卷，又《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 ，PG 九十八。陆游《圣政草》一卷，彭百川《志记统类》四十卷，又《中兴志记统类》三十卷，江少瑜《皇朝事实类卷》二十六卷，张刚《列圣孝志类编》一百卷，黄度《异族献笺》三卷，又《仁皇从谏录》三卷，赵善玉《宋朝开基要览》十四卷，又《故事类》一百九十八部二千九十四卷，彭百川《志记统类》以下部著录七部二百二十一卷。东汉百官表一卷，不知作者。陶彦藻《职官要录》七卷，又《职官要录补遗》十八卷，李吉甫《百司举要》一卷，唐玄宗《六典》三十卷，杜英师《唐直该》一卷，梁载言《巨源故事》十七卷，大唐宰相历任记二卷，任简官品纂要十卷，宰辅年表一卷，
官品试律一卷，历代官号十卷，并不知作者。杨侃《直林》三十卷，孔志道《百官要望》一卷，严承晚《君臣政要》三十卷，蒲宗梦《沈曹四监事木格子》四十七卷。PG 九十九，戏音像梁寻资格一卷，王牙唐寻资格一卷，杜如同中书则例一卷，谭世纪本朝载职表八卷，张之序唐文昌损益三卷，万当世文武百官图二卷，陈毅宰相拜罢录一卷，又书府拜罢录一卷，三省枢密院除目四卷，司马光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孙逢吉职官分记五十卷，梁旭职官品服三十三卷，赵氏唐典背对六卷不知名，三省一事一卷，执事官迁除体格一卷，寻资格一卷，寻资历一卷，唐宰相后记一卷，国朝撮要一卷，宋朝宰府拜罢图四卷，宋朝官制十一卷，三省总括五卷，并不知作者。王易之汉官总录十卷，又职员五十卷，宋朝乡府年表一卷，中心馆阁书目云陈毅上序，表曰陈毅记。 PG 一百，蔡元道祖宗官制旧典三卷，赵灵己史事茂官制五卷，赵烨宋官制政务严格职官记三卷，何毅中心百官提名五十卷，公仪正宋特命录一卷，司马光官制遗稿一卷，徐自明宰府编年录二十卷，蔡佑学续百官公卿表二十卷，又续百官表之一十卷，岑三义宋兴旧官制通考十卷，又宋兴旧官制通事二卷，范冲宰府拜罢录二十四卷，徐云汉官考四卷，董正公职官源流五卷，金国明昌官至新阁一卷不知何人传，杨王修朱史缺仪三卷，赵翠忠史平五卷，王应麟通鉴地理考一百卷，又通鉴地理通事十四卷，又汉译文志考证十卷，又汉志考四卷，又职官类五十六部五百七十八卷，杨王修朱史缺仪以下部著录六部一百三十六卷，刘向古列女传九卷，汉武内传二卷不知作者，郭宪洞明记四卷，班昭女诫一卷。 PG 101，林玄赵飞燕外传一卷，黄甫密高士传十卷，袁弘正史明士传二卷，葛洪西京杂记六卷，习早齿襄阳奇旧记五卷，萧韶太清记十卷，杜宝大业杂记十卷，刘肃国史一纂三卷，梁载言梁四公记一卷，赵毅大业略记三卷，严师古大业拾遗一卷，贾润甫李密传三卷，李全中台志十卷，杜如同随记革命记五卷，随平陈记一卷，魏征随晋列传一卷，徐浩庐陵王传一卷，刘仁轨和洛行年纪十卷，李树介子拾遗四卷，越国公行状一卷，唐中少经事记，
陈毅、郭令公家传十卷。又中武公江左略一卷。殷亮、颜杲卿家传一卷。又颜真卿行状一卷。李雍、狄良公家传一卷。包胥、河洛春秋二卷。陈洪、东城父老传一卷。PG 102。张卓、朝野千载二十卷。又千载不移三卷。李匡文、明皇姓蜀广济图二卷。郭石、高力士外传一卷。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三卷。三朝一事一卷载张尧说、姚崇、宋景氏不知作者。甘伯宗、明一传七卷。林川明一作贤世贤一作明传三卷。李涉一作博六贤传一卷。孙仲一世传一卷。贤穆传十五卷。张茂书张氏家传三卷。吴操蒋子文传一卷。王方庆魏玄成传一卷。郭元正传一卷。范植桑维汉传三卷。李汉张忠诚外传一卷。温岳一作奢天宝乱离记一卷。刘建一作恋国朝传记三卷。贺楚奉天记一卷。太和崔兄记一卷。杨七白南行记一卷。王坤西宗姓蜀记一卷。牛浦登庸记一卷。姜文炳都洛斯记十卷。胡桥献辽记三卷。PG 103。元成秦京内外杂记一卷。蜀记一卷。西戎记二卷。严师古谢志记一卷。晋乱安邦记一卷。睢阳的死籍一卷载张巡许远氏不知作者。沈记记江淮记乱一卷。李公佐建中和硕记六卷。陈据朝廷卓绝事记一卷。古况燕南记三卷。郑燮梁国公平蔡禄一卷。李福刊物一卷。陆志玄宗编遗录二卷。韩愈胡官录三卷。林恩补国史五卷。马总唐年小录六卷。杜佑兵佐记一卷。陈建等彭城公事记三卷。王昌龄瑞印图一卷。陆随平淮西记一卷。佑兵志三卷。李肇国史补三卷。李乾用乙卯记一卷。房千里投荒杂录一卷。李凡叶侯家传十卷。李石开城陈肇录二卷。李德裕异域归中传二卷。PG 104。又大河变谤略三卷。会昌伐叛记一卷。高绍义四夷朝贡录十卷。李商隐李长吉小传五卷。蔡京王贵妃传一卷。李章太原事迹杂记十三卷。张云咸通跟营解围录一卷。郑桥彭门纪乱三卷。韩沃金銮秘记一卷。朱普日历一卷。李氏大唐列圣元灵记一卷不知名。秋旭冰彭谚语一卷。卢言杂说一卷。于正立泪灵十卷。李毅唐登科记一卷。唐显庆登科记五卷。徐凯登科记十五卷。乐史登科记三十卷。登科记一卷。登科记二卷起见隆治宣和四年。张观二十二国祥义记三卷。徐代奉天记一卷。
徽宗宣和殿记一卷，又嵩山崇福记一卷，太清楼特宴记一卷，云庄纵贺宣和阁记一卷，燕延福宫陈平殿记一卷 ，PG 105，明堂记一卷，艮岳记一卷，陈毅东西福记一卷，沈立都水记200卷，又明山记100卷，张敦导洛通辩记一卷，李清晨重修都城记一卷，王格天权合记一卷，上党记判一卷，宋据一座宗据，明皇信熟录一卷，赵元仪奉天录四卷，录制遣实录一卷，李凡北荒军长录三卷，陆西深北户杂录三卷，苏特一座十唐代衣冠盛世录一卷，正言平善录一卷，副交趾录二卷，歌书汉幕府故吏录一卷，李巨川许国公秦王录三卷，甘明一座明会稽录一卷，三除新录一卷，英雄左命录一卷，世宗甄怀录一卷，濠州干戈录一卷，乐史孝悌录20卷，赞5卷，曹溪魁一座冯孝感逸文录3卷 PG 106，张读建中西寿录一卷，袁弘钱塘平越州录一卷，潘氏家录一卷，潘美行状告辞，胡讷孝行录2卷，又贤惠录2卷，名表录3卷，李绅登封告成录100卷，林准兵志2卷，郭廷惠妖乱志3卷，韦衮国乡事状7卷，云南事状1卷，刘中州事记1卷，魏玄成故事3卷，赵寅赵君熙遗事1卷，杨时开城记事2卷，杨九龄桂堂编事20卷，范正东斋记事12卷，李隐一座隋唐记其事10卷，史衍咸宁王定南时序1卷，登科记解题20卷，乐史广孝悌一座新书50卷，韦高孝子拾遗10卷，绍兴名臣政论一卷，题潇湘樵夫序，吕一号遗事一卷，一号出处大概，吕一号冯陈记卷一卷，一号历官次序，朱慎非年表一卷，慎非孙玉上 PG 107，朱慎非行状一卷，刘岑传奉神术一卷，真宗志史号会稽先贤祠传赞二卷，张氏诸葛武侯传一卷，赵彦博昭明事实二卷，吕文静公事状一卷，不知作者王延叟韩忠献公别录一卷，韩忠献公家传一卷，韩琦武士孙根清作，吕祖谦欧公本末四卷，韩庄敏公遗事一卷，韩宗武纪邵伯温邵氏变屋三卷，薛其义六一居士年谱一卷，胡刚中家传一卷，南胡兴宗传黄埔闽中名士传一卷，岳科御天变屋五卷，李刚等张中文节义录一卷，陈业总师道事记一卷，张衍总师道祠堂碑一卷，谭氏家传一卷，谭耀传王淹怀亭记美录十卷，阴险张侯平寇录一卷，不知作者洪氏五代登科记一卷，周著十月望言行录十二卷，
刘氏传中录三卷留学求传，陈冠木志一卷自传，乐斋陈先生言行录一卷，陈冠南正同编，赵文定公遗事一卷，不知何人编。 PG 108常见议长周正事录一卷，长安民传，朱文公行状一卷，黄干传，李赵鼎行状三卷，岳科俄国金陀翠编28卷，吴柔盛宗泽行时10卷，李普封清敏仪式一卷，刘月李卫传二卷，张颖传，刘求刘禄王世时10卷，尹基肃州世时一卷，石茂良毕荣业化一卷，又靖康禄一卷，中兴玉武禄一卷，黄华禄一卷，南北欢盟禄一卷，义夷谋下禄二卷，并不知作者。张师言金鲁南迁禄一卷，张帝金亮讲和事记一卷，洪尊全志15卷，张甲晋同要录一卷，姚康唐登科记15卷，马玉段公别传2卷，张志唐年金月志10卷，柳平柳氏续训一卷，柳挺柳氏家学一卷，李月兰斋集一卷，段公录北户杂录一卷。 PG 109政委属记3卷，野史甘露新记2卷，会行录一卷，大和野史3卷，义史一卷，拓跋记一卷，文场盛世一卷，杨飞外传一卷，并不知作者。萧书和天作永归记一卷，薛图存河南记2卷，李绰张尚书故事一卷，刘昶岭外录议3卷，王震汴水滔天录一卷，王权汴州记一卷，高若拙后史补3卷，黄宾庄宗赵获记一卷，晋朝献番记一卷，不知作者。余之谷主公旧事10卷，张昭太康平吴录2卷，王仁玉入洛记一卷，又南行记一卷，崔氏登科记一卷，不知作者。范植魏公家传3卷，赵普飞龙记一卷，勾延庆成都离乱记8卷，前演戊申殷正录一卷。 PG 110高自若唐宋范文录一卷，曹彬别传一卷，曹彬之孙演传，陈承运南越记一卷，蒋之奇广州十贤赞一卷，安德玉滕王广传一卷，王延德西周史陈记一卷，张旭续锦李琦旧传10卷，沈立奉十二浙杂记一卷，陆镇陈尧录一卷，李田孔子弟子赞传60卷，又乖雅语录一卷，载张永正基张其贤洛阳晋升旧文记5卷，张奎蜀寇乱小录一卷，岑志尧广中台记80卷，又绿珠传一卷，许载吴唐十一录10卷，乐史唐滕王外传一卷，又李白外传一卷，洞仙集一卷，许迈传一卷，杨贵妃遗事2卷，提名山叟上李访谈录一卷，李宗二传，潘美事记一卷，平蜀录一卷，国朝名将行状4卷，义盟记一卷，寇准遗事一卷。 PG 111
丁未谈录一卷，郭志传略一卷，并不知作者。任生梁义记十卷，钱维演钱替供奉录一卷，王旦遗事一卷，王素传寇坚奉实录一卷，王浩唐余录六十卷，蔡元汉唐志举科目图一卷，刘焕西行记一卷，王岑笔录一卷，傅弼奉使语录二卷，又奉使别录一卷，王蜀代斗奉使录一卷，燕北会要录一卷，鲁廷杂记十四卷，契丹须知一卷，阴山杂录十五卷，契丹实录一卷，学士年表一卷，韩琦遗事一卷，孙冕遗事一卷，并不知作者。欧阳修归田录八卷，王启甘霖朱叛录一卷，赵协广州牧守记十卷，又交趾事记八卷。 PG 112。曹淑清农志高一卷，滕府真南录一卷，冯炳黄佑平蛮记二卷，刘昶史北语录一卷，宋景文公笔记五卷，契丹官仪及碧云侠赋，宋敏求三川关下记二卷，又会行后录五卷，入藩录二卷，春明退朝录三卷，韩正彦韩琦家传十卷，韩章爱唐集二卷，赵寅韩琦事实一卷，杜资谈录一卷，杜诗情等传，李富圭李氏家传三卷，朱定国归田后录十卷，陈访北庭须知二卷，王通元经薛氏传十五卷，宋如瑜剑南须知十卷，黄晋国再生传一卷，廖子梦传，岑巩行述一卷，岑赵传，岑赵行述一卷，杨时传，韩琦别录三卷，王延叟传，张邦杰张氏家传德庆编一卷，胡氏家传录一卷，不知作者。河南刘氏家传二卷，刘唐老上李远清唐录一卷，李格非永洛城记一卷。 PG 113。又洛阳名媛记一卷，赵君熙遗事一卷，赵衍传，苏辙丹耳守则一卷，引兵遗老传二卷，蔡京党人记一卷，吴玉机灵记二十卷，王云机灵志三十卷，韩文熙历官记一卷，陈巨传，罗佑一作罗启以春传信录三卷，吕希哲吕氏家属广记一卷，安涛行状一卷，荣吉传，马永义寿春杂志一卷，李继兴东北诸藩书要二卷，何树温陵张贤母传一卷，洪兴祖韩子年谱一卷，孔传阙里祖庭记三卷，又东家杂记二卷，赵令志侯清录一卷，王湘南阳先明传二十卷，郑雄番禺杂记三卷，范太史遗事一卷，范祖禹家传八卷，并范冲编韩琦定策事一卷，韩萧纣传，玉子才封公一事一卷，刘安世谈录一卷，韩冠传种恶传一卷，赵齐传。 PG 114。刘斐孝行录二卷，汪若海中山灵书一卷，胡愿言行录一卷，关注传胡挺道户录一卷，刘安世言行录二卷。
范纯仁言行录三卷，史高丽世纂二卷，平燕录一卷，三苏言行五卷，并不知作者。赵世清安南敢说五卷，洪氏宋登科记二十一卷，董正公续家训八卷，洪迈皇族登科题名一卷，余官能孝悌类鉴七卷，冯中嘉海盗记一卷，淮西记一卷，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又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四朝名臣言行录十六卷，四朝名臣言行序录十卷，并不知何人编。吕祖谦捆范三卷，废书连立传十卷，徐度却扫编三卷，张景简松月记三卷，史院北辽遗事二卷 ，PG 115张颖文士传五卷，柳州记一卷，洪崖先生传一卷，开运县鲁氏记一卷，书俗艺文集一卷，契丹基仪通要四卷，契丹事记一卷，古今家界二卷，南越要录一卷，豪逸秘录一卷，燕北杂录一卷，辽登科记一卷，三国史记五十卷，并不知作者。高德乡海东三国通历十二卷，金富士奉史语录一卷，董奋诞圣录三卷，王安石书王日录十二卷，尼斯北征录七卷，张顺明称行录一卷，关其孙见龙垂统略一卷，张俊见严复辟平江实录一卷，龚仪正清江三孔先生列传谱述一卷，邵伯温邵氏文件录一卷，陆游老学庵笔记一卷，陈师道后山居士丛谈一卷，孙祖秀游洛阳公记一卷 PG 116李元刚进士后得录一卷，安丙进熟编四卷，张九成无垢新传录十二卷，黎良能读书日录五卷，贺成大莲香师友录三十三卷，汪藻一仪谋下录三卷，又清堂录三卷，朝公武击鼓后录三十五卷，又昭德堂稿六十卷，读书志二十卷，松高桥唱二卷，范成大无门志五十卷，又懒佩录一卷，参鸾录一卷，余恒志一卷，吴传志一卷，洪迈坠稿三十八卷，又词科进卷六卷，苏黄押韵三十二卷，张刚见闻录五卷，吴福湖山遗老传一卷，李涛陶潜新传三卷，又赵普别传一卷，又传记类四百一部一千九百六十四卷，张九成无垢新传录以下部著录二十一部三百十二卷 PG 117至第157译文三，魏宏汉旧仪三卷，应绍汉官仪一卷，蔡植汉官典仪一卷，汉志拾遗一卷，不知何人编。萧嵩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一云王立等作，又开元礼仪进五卷，韦同开元礼仪事二十卷，开元礼仪进略十卷，开元礼百问二卷，开元礼教龄一卷，开元礼类事
十二卷，并不知作者。颜真卿《立古创制仪》五卷。六挺唐李纂要六卷。为公诉李革新仪三十卷。王彦威一本作崔灵恩序曲台里三十卷。王经《大唐交四录》十卷。PG 118。李绥吉凶五福仪一卷。洪亭记集仪一卷。独孤仪及录志传。孟生家记里一卷。徐润家记仪一卷。郑振泽慈祥仪一卷。又家记仪一卷。贾诩家谏仪一卷。范传世请唐时祥仪一卷。孙日用众祥仪一卷。元交服饰变古元录三卷。裴旨书仪三卷。刘越吉凶书仪二卷。陈志庸屈台奏一集。又周献祭礼仪五礼仪敬六卷。请四仪一卷。朱熹二十家古今祭礼二卷。郑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郑居中白石中慕容彦逢强渊明等传。杜衍四十祭享仪一卷。刘温叟开宝通礼二百卷。卢多逊开宝通礼仪纂一百卷。贾昌朝太常心礼四十卷。颜勤子心礼一卷不知名。大中祥符封禅记五十卷。丁未李宗鄂等传。大中祥符四坟阴记五十卷。丁未等传。张之白御史台遗志六卷。宋寿天圣鲁布记十卷。PG 119。文彦博高若讷大享明堂记二十卷。文彦博大享明堂记要二卷。欧阳修太常阴阁里一百卷。韩琦参用古今家记事五卷。许栋训俗书一卷。王安石南郊事一百十卷。李德除圣朝徽明录十卷。国朝四典一卷不知作者。陈香焦庙奉祀李文三十卷。株洲市殿文宣王遗著一卷。元丰间重修司马光书仪八卷。又素水记仪一卷。居家杂役一卷。范祖禹记仪一卷。信太学仪一卷。元佑六年仪纳后仪一卷。元佑七年仪吕大房大林家记仪一卷。横渠张氏记仪一卷。张载传市殿祭器图及株洲军事殿遗著一卷。崇宁中班行蓝田吕氏记说一卷。吕大军传伊川陈氏记仪一卷。陈仪传宣和重修鲁布图记三十五卷。蔡攸等传李衍黄宋大典三卷。夏修变太常李官一定张九免服一卷。绍兴太常初定遗著三卷。范迎宾五四新遗撮要十五卷。郑桥相引礼三卷。PG 120。又相引礼图三卷。史定之相引九仪一卷。中兴礼书二卷。淳熙中礼部太常四编。历代明堂事记一卷。遗物志三卷。四季仪事一卷。太常图一卷。并不知作者。叶克堪南建相引九仪一卷。汪吉相引规约一卷。淳熙编类祭祀仪式一卷。其庆咒所传张维是殿通四图一卷。李田公侯守宰世数通礼三十卷。赵师高西朝圣典诗二卷。赵西仓赵氏记录二卷。朱熹是殿仪式一卷。又
四家礼范五卷，家礼一卷，李宗思礼范一卷，韩挺福至一卷，张书春武力心仪十五卷，高康宋忠礼一卷，陈孔硕试殿以礼考证一卷，周端朝官婚丧祭礼二卷及司马氏陈氏吕氏礼，管瑞长文录一卷，吴仁杰妙治罪言二卷，又焦四坠说二卷。 PG 121潘辉江都集礼104卷本120卷经残缺，何县密阁集20卷，王浩礼阁新编63卷，黄连大理事20卷，何寻直蔡确李文30卷，唐吉兄礼仪礼图3卷，庞元英武礼新编50卷，大观礼书兵军等四礼505卷，看祥12卷，大观新编礼书古礼232卷，看祥17卷，欧阳修太常礼院四仪24卷，何县李神志10卷，孙氏大宋崇祀录20卷，贾昌朝庆历四仪63卷，朱梁南郊遗著1卷，吴南郊图记1卷，王京遗作符词仪1卷，陈毅南郊复式条冠1卷，向宗儒南郊事10卷，陈访北郊四典30卷，蒋由夏季敕令格式一部卷，王宋郊明堂通仪2卷，明堂掐响大礼令式393卷，元封监明堂大响士硕班硕布阵一犯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出卷，王清若天书一致5卷，又鲁部记3卷，冯宗道景陵公供奉敕令格式60卷。 PG 122景陵公祀孟朝县2卷，朱陵建县李文仪令格式并立151册少圣监卷，王张鄂西宁新定其赛事2卷，张杰春秋车浮图5卷，刘孝孙二仪实录一服名义2卷，祭服制度16卷，祭服图3册卷，王五服制3卷，裴旨五服仪2卷，刘云五服年月年月一作用敕1卷，丧服加减1卷，李治证词录3卷，朝会遗著1卷，元封监大理前天新殿仪2卷，元封监叶君徽号册宝遗著1卷，宋寿内东门遗志5卷，李书阁门遗志12卷，又王后遗范3卷，梁浩阁门遗志12卷，又并目录14卷，阁门吉利并目录大臣特恩30卷，阁门遗志4卷，阁门令4卷，蜀坤遗令1卷，皇后册礼仪范8册大观监卷，王帝系后妃吉礼并目录110卷，众和元年。 PG 123王延叟中宫遗范一部卷，王与之祭鼎遗范6卷，高中六上供奉事200册卷，王瑞杂录5卷，营造法事250册，元右监卷，王张直方打球仪1卷，李勇打球遗著1卷，高丽入贡仪式条令30卷，元封监高丽女真牌便是1卷，元封监朱帆进贡令是16卷，董瞻鬼张仪蛇婆一战成仪
曾谈一大十一物寻一助碾一罗龙方张十番仪于田福岭一交州一归兹回谷一一州西州沙州一三佛其一丹梅流一大石陀婆离一大鱼卢河的一王静史范一卷李商隐史范一卷加范十卷卢尊加范一卷司马光加范一卷孟说加记仪一卷周元阳记录一卷贾氏藏王波仪一卷郑寻余书仪一卷杜有敬书仪二卷郑余庆书仪三卷又一柱类一百七十一部三千四百三十八卷律十二卷律书三十卷唐长孙无忌等传 PG 一百二十四唐氏二十卷李林甫开元新阁十卷又令三十卷唐律令事类四十卷杜之长行止五卷大和阁后敕四十卷元永侍院四卷宋璟庞通开元阁一卷萧明开元礼律阁令要诀一卷裴光庭开元阁令科要一卷狄坚模开城刑法阁十卷开城祥定阁十卷张奎大中统类十二卷大中刑法总要六十卷大中以后杂敕三卷大中后杂敕十二卷梁令三十卷梁氏二十卷梁阁十卷天成掌定阁一卷天成杂敕三卷天福编敕三十一卷张昭显德行统二十卷江前寺江南刑律统类十卷江南阁令条八十卷蜀杂志敕三卷卢书刑法要录十卷 PG 一百二十五黄克申五行纂要录三卷刑法纂要十二卷段誉历程三卷黄茂刑法要例八卷张元法鉴八卷田径章程体要二卷王行先一作先令律首见二卷张吕宾法历六章图二卷张丕判阁三卷慎度严格制制敕三卷王浩续仪狱籍四卷赵绰律鉴一卷法要一卷外台密要一卷百司考选阁敕五卷宪问十卷建龙编敕四卷开宝长定阁三卷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苏易简淳化编敕三十卷柴成务咸平编敕十二卷丁未农田敕五卷陈鹏年大中祥符编敕四十卷又转运司编敕三十卷韩琦端拱以来宣敕札子六十卷又嘉佑编敕十八卷总历一卷朝炯礼部考试进士敕一卷 PG 一百二十六吕夷简一司一物敕三十卷贾昌朝庆历编敕十二卷总历一卷共举条制十二卷至和二年吴奎嘉佑录令十卷又议令三卷省官院编敕十五卷王圭在京诸司库务条事一百三十卷全曹阁敕十四卷孙氏律英译一卷王慧群牧司编十二卷张志圭大宗正司条六卷王安礼
重修开封府西宁编十卷。审立新修审官西院条冠十卷又总立一卷。知刺事十二卷。知刺事二卷。官马奉马草料等事九卷。西宁新编大宗正司事八卷。陈毅西宁编三司事四百卷。又随九事一卷。马地扑特之事二卷。西宁新定诸军直路令二卷。岑肇将作监事五卷。蒲宗孟八路敕一卷。李承之礼防条例并目录十九册卷王。张敦西宁新定孝赠事十五卷。又西宁新定节事二卷。西宁新定时服事六卷。PG 127。西宁新定皇亲禄令十卷。司农四敕一卷是一卷。西宁将官敕一卷。吴充西宁降定军马敕五卷。沈括西宁降定诸色人除料事一卷。西宁新修凡女道士给赐事一卷。诸敕事二十四卷。诸敕令格式十二卷。又诸敕格式三十卷。张旭西宁藏事五十五卷。范唐西宁降定尚书刑部敕一卷。张成一西宁五路义勇保甲敕五卷总立一卷。又学士院等处敕事交并看详二十卷。御书院敕事令二卷。许江西宁开封府戒保甲敕二卷。声明一卷。沈希言元丰新进定在京人从敕事三等卷王。李定元丰新修国子监大学小学元新阁十卷。又令十三卷。贾昌朝庆历编敕律学武学敕事共二卷。武学敕令格式一卷元丰监。明堂社条一卷元丰监。岑抗新修尚书吏部事三卷。蔡硕元丰将官敕十二卷。共举一局龙图天张宝文革等敕令一事及看详四百。一十卷元丰监。宗室及外臣藏敕令是九十二卷元丰监。PG 128。皇亲禄令并离修敕事三百四十卷。吴庸都提举事一司敕令并离政看详二十一卷公。是二卷元丰监。水部条十九卷元丰监。朱福国子监之废令是一卷。元将燕玉吉十三卷。崔台福元丰编敕令格式并设书德音声明八十一卷。吏部四选敕令格式一部元又出卷王。元丰户部敕令格式一部元又出卷王。六曹条冠及看详三千六百九十四册元又监卷王。元佑诸司事务敕令格式二百六册卷王。六曹敕令格式一千卷元佑出。邵慎续修武学敕令格式看详并进条十八册见中进。国出卷王。枢密院条二十册看详三十册元佑监卷王。邵慎续修律学敕令格式看详并进条十二册见中进。国出卷王。诸路州县敕令格式并一时指挥十三册卷王。六曹格子十册卷王。中书省官制事木格一百二十卷。尚书省官制事木格参照卷六十七册卷王。门下省官制事木格并参照参卷旧文进条离析总目录七十二册卷王。
徽宗崇宁国子监算学敕令格式，并对修看详，一部卷。王崇宁国子画书学敕令格式，一部卷。王 PG129 沈溪崇宁改修法度，十卷。诸路州县学法，一部大观出。卷王大观新修内东门司应奉敬中请给敕令格式，一部卷。王国子大学辟雍并小学敕令格式声明一时指挥目录看详168册。卷王郑居中郑和新修学法130卷。李图南宗子大小学敕令格式15册。卷王何执中郑和重修敕令格式548册。卷王郑和录令格等321册。卷王宗四大理敕令格式一部郑和间。卷王张栋直达纲运法并看详131册。卷王王韶郑和敕令式903卷。白石中郑和新修御史共事敕令格式159卷。孟昌龄郑和重修国子监律学敕令格式100卷。接送高丽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出。卷王奉使高丽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出。卷王明堂敕令格式1206册。宣和出。卷王两浙福建路敕令格式一部宣和出。卷王薛昂神霄公使司法令一部。卷王刘次庄清囊本旨论一卷。王静史范一卷。何宁一玉集三卷。窦仪仲祥定刑统30卷。卢多逊长定格三卷。吕夷简天圣编敕12卷。天圣令文30卷。吕夷简夏竦等传八行八行条一卷。大观元年御制 PG130 崇宁学制一卷。徽宗学校新法复令敕18卷。庆历中编不知作者五福敕一卷。刘云宋寿等传张方平嘉佑义令三卷。又嘉佑录令10卷。王安石西宁祥定编敕等25卷。新编序将并序法条冠一卷。编制平西宁诏旨并官吏范罪序法条冠等事。岑布西宁新编长平敕2卷。沈关东院编敕2卷。西宁七年编张大中编修入国条冠2卷。又奉朝要录2卷。范唐西宁共举敕2卷。八路差官敕1卷。编西宁总条沈关东院条留内全条。西宁法寺断例12卷。西宁历任仪式1卷。不知作者蔡确元丰司农敕令式17卷。李承之江湖怀浙言敕令赏格6卷。岑抗元丰新修吏部敕令式15卷。崔台福元丰敕令式72卷。吕慧卿新时吏部事2卷。又宪法10卷。陈圭年五福乡犯法纂3卷。孙氏律令释文一卷。续复敕令一卷。庆历中编不知作者三司条约一卷。庆历中纂集陆殿国子监敕令格式19卷 PG131 岑明刑名断例3卷。张敦元符敕令格式134卷。郑居中学制书130卷。蔡京郑和续编诸路州县学敕令格式18卷。白石中郑和新修共事敕令格式51卷。李元弼作义自珍1卷。张守
绍兴重修敕令格式125卷。绍兴重修六曹四监库务通用敕令格式54卷秦桧等。转。绍兴重修吏部敕令格式并通用格式102卷朱慎非等传。绍兴重修长平免役敕令格式54卷秦桧等传。绍兴重修共举敕令格式声明24卷绍兴中进。绍兴参赴尚书吏部敕令格式70卷陈康伯等传。绍兴重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声明56卷绍兴中进。大观告阁一卷。政客折玉圭见三卷。甘道重修敕令格式120卷与允文等传。淳熙重修吏部左选敕令格式声明300卷公茂良等传。诸军班职录令一卷。政治道御俗编一卷。赵旭荆轲一览一卷。刘高夫荆轲玉律总括诗三卷。荆轲玉律一卷。荆轲类要一卷。刑统复解一卷。并不知作者。PG132。韩琦嘉佑祥定编敕30卷。王日休养贤录32卷。淳熙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声明248卷。淳熙吏部条法总类40卷淳熙二年敕令所编。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声明256卷庆元。三年诏重修。庆元条法事类80卷嘉泰元年敕令所编。开禧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声明323卷开禧元年上。嘉定编修百司吏职补授法133卷嘉定六年上。嘉定编修吏部条法总类50卷嘉定中诏修。赵同一玉集三卷。九族五福图志一卷不知何人编。大宗正司敕令格式声明及目录81卷绍兴重修。编类诸路察监敕令格式目录一卷。右刑法类221部7955卷。吴京西岐书目录一卷。吴炯古今书录40卷。李肇经史释文三卷。朱尊度群书立早目录50卷。隆安西库书目二卷不知作者。唐密阁四部书目四卷。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梁天下郡县目一卷。后唐统类目一卷。杜稿龙图阁书目七卷。又十九代史目二卷。PG133太清楼书目四卷。王成殿书目四卷。为数集贤书目一卷。学士院杂传目一卷。欧阳生遗作坤经书目录11卷。杨九龄经史书目七卷。杨松贞历代史目15卷。松建柱13代史目10卷。商仲茂13代史目一卷。河南东斋遗作其史书目三卷。岑氏史监三卷。孙玉汝唐列圣实录目25卷。唐书序例目录一卷。沈建乐府诗目录一卷。蒋玉书目一卷。刘德崇家藏归建目10卷。田稿尹直文书密要目七卷。刘沆书目二卷。晋书目录一卷学士院司天监同定。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66卷。沈氏万卷堂目录二卷。欧阳修集古录五卷。李书邯郸书目十卷。
吴宓《家藏书目》二卷，《密阁书目》一卷，《史馆书新定书目录》四卷，不知作者。李德除《邯郸载籍书目》三十卷 ，PG 134。崔君寿《京兆尹经实录》十卷，《国子监书目》一卷，《荆州田氏书总目》三卷，《田稿编》。刘京《成都府古石刻总目》一卷，赵明诚《经实录》三十卷，又《诸道石刻目录》十卷，徐世龙《求书不却》一卷，董游《广川藏书志》二十六卷，郑桥《求书却记》七卷，又《求书外记》十卷，《集古系实录》一卷，图谱有无记二卷，群玉会记三十六卷，陈宜范颍川庆善楼家藏书目二卷，岁初唐书目二卷，游茂集徐州江氏书目二卷，吕氏书目二卷，三川古刻总目一卷，鄱阳吴氏迎金堂书目三卷，孙氏群书目录二卷，紫云楼书目一卷，川中书籍目录二卷，秘书沈书目二卷，陈奎中心馆阁书目七十卷，序例一卷，石延庆冯志游教刊群书备简三卷，朝公武读书志四卷，张潘中心馆阁序书目三十卷，PG 135，株洲书目一卷，藤墙树东湖书自治一卷，右目录类六十八部六百七卷，何成天信愿十卷，林宝信愿三卷，右信史四卷，元和信纂十卷，武信正事二十卷，窦从一细纂七卷，陈香姓林五卷，李立社姓氏密略三卷，又编古命事三卷，五声类氏族五卷，孔平姓系氏族一卷，姓略六卷，崔日用姓愿略一卷，魏子野名字族十卷，同姓名谱六卷，尚书写脉一卷，春秋氏族谱一卷，春秋宗族氏谱一卷，帝王历记谱二卷，帝系图一卷，李匡文天皇元派谱说一座统一卷，又唐皇室围城录一卷，又李氏房从谱一卷，李茂松一座高唐宗系谱一卷，PG 136，唐书总记地系三卷，宋玉蝶三十三卷，仁宗玉蝶四卷，英宗玉蝶四卷，李渠皇室围城录一卷，宋敏求运类次宗室谱五十卷，司马光宗室世表三卷，陈辽家谱一卷，黄公之孔子系列传三卷，文宣王四十二一座三，戴家状一卷，阙礼谱系一卷，赵义士赵氏大宗血脉谱一卷，赵氏归建血脉图录记一卷，令狐桓陆氏宗系节一卷，陆师如陆氏阴贤记三卷，蒋王运家谱一卷，王方庆王氏谱一卷，唐瑞家谱一卷，刘富礼刘氏大宗血脉谱一卷，刘宇家谱一卷，王森如徐义伦家谱一卷，李用修家谱二卷，徐商徐生家谱四卷，周长求家谱一卷，费氏家谱一卷，前世辑录三卷，陆景宪
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 PG 137。 毛建毛氏世谱一部卷王。岑肇岑氏谱图一部卷王。洪兴祖韩愈年谱一卷。周文汝南周氏家谱一卷。崔班欧阳家谱一卷。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二卷。窦承之扶风窦氏血脉家谱一卷。李林甫唐氏新谱一卷。又天下郡望姓氏族谱一卷。唐香谱一卷不知作者。孔志姓氏古今杂录一卷。陶拔陵陶氏家谱一卷。李匡文元和县主招募谱一卷。又皇孙郡王谱一卷。玉蝶行楼一卷。斜日谱一卷。行小帝王血脉小史记五卷。又帝王血脉图小时后记五卷。为数百家类历三卷。为数萧隐士宰相甲族一卷。裴阳修百世谱一卷。曹大宗姓元运谱一卷。杜姓金兆杜氏家谱一卷。刘沆刘氏家谱一卷。唐延氏家谱一卷。韩立不服录二卷。李氏寻王家谱一卷。PG 138。并不知作者。唐鼎唐氏谱略一卷。杨侃家谱一卷。宋先元姬庆图一卷。其西祖契哲宗宗室尺序图一卷。天元类谱一卷。祖宗属吉谱一卷。向敏中家谱一卷。向坚传少司姓解三卷。钱维衍钱氏庆系谱二卷。王回清河崔氏谱一卷。孙密尊祖论氏录一卷。苏洵苏氏族谱一卷。钱明义西宁姓纂六卷。魏语也古今通系图一卷。李富南阳李英公家谱一卷。陈铎文宣王家谱一卷。吴奎帝王系谱一卷。黄邦俊群史姓纂运六卷。言语滚国公正之谱一卷。题采真子千姓编一卷。福彦卿家谱一卷。福成宗传建阳城氏家谱一卷。万氏谱一卷。赵郡东祖李氏家谱二卷。鲜于氏血脉图一卷。长乐林氏家谱一卷。 PG 139。并不知作者。丁维高百族谱三卷。邓明氏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李涛晋司马氏本之一卷。又齐梁本之一卷。徐云姓氏源流考七十八卷。李氏历代诸史总括姓氏录一卷。又谱牒类一百十部四百三十七卷。桑青水晶四十卷。历道原著陈种记一卷。按序魏文帝三年刘裕得此记。葛洪关中记一卷。雷次宗豫章古今记三卷。沈怀远南越志五卷。梁元帝直贡图一卷。杨炫之洛阳嘉兰记三卷。杨帝开河记一卷。不知作者。魏王泰昆元录十卷。沙门辩机大唐西域图记十二卷。梁载言十道四番志十五卷。为数两经新记五卷。达西红通西南海翻行记一卷。马温之夜兜故事二卷。李吉甫元和郡国图志四十卷。元杰九夷山图记一卷。贾丹
黄华四达十卷。又真元十道录四卷。国药图一卷。PG 140。方志图二卷。三代地理志六卷。地理论六卷。刘之推文阔九图一作周要略三卷。乐史作之天下记四十卷。王岑九玉图三卷。王朱黄佑方玉记三十卷。药览一卷。韩愈十道四番引一卷。赵寻开元分野图一卷。又十道记一卷。十八路图一卷图赋二十卷西宁间天下州府车间。县镇图李德除元丰郡县志三十卷图三卷。沈括天下郡县图一部卷王。陈坤成郡国人物志一百五十卷。欧阳稳巨鳌记五卷。孙杰唐国建图一卷。曹凡国诏十卷。